学人，我们各位点灯师，还有各位助理、各位领任、副领任、各位组长、各位堂主、各位学员大家早安。老师早安。后学非常紧张哦，因为后学是第一课。那么当然，我们今天当然咱今日有这个好会来这成立，不过呢，也是爱感恩着上天降得起我们这个荣音。那么是咱祖师爷伊个风烛台湾，那么搁有咱师尊师父东岭天明普渡三者的这愿力，加上咱普渡金鱼的五代医生，那么啊搁有咱医生大师，加咱新的点文书的后辈，加上咱前人的这恩惠，加咱各位点文书助理，加咱各位。谢大家，加好下平时的宣传，鼓励啊，编写，那么啊，使恁学生呢，今日到这个学习的这个机会。那么注意谢大家，咱拢知影今日是兵分一景的这个上课。那么当然兵分一景呢，也是咱师尊老大人以灵丹所留下这个圣训。那么人讲信义难切啊，尤其伊个学校脑中的智慧，甲对信义德行无深厚这体悟，所以讲在等一个学习，这个43页至45页这个过程呢，如果有所不大意，那么错解了咱的信义，那无法度甲这个信分呢，感觉淋漓尽致的这一年。就请咱前日各位老师，甲咱最近的代志，当甲学校多多的包含甲变量。那么学校今日所甲咱学习的，就是43页至45页。那么学校学的呢，就是咱建议的这信歌、信歌甲阿伯的这正谈师。哦，啊阿伯呢，一段就是咱后节，咱领讲师呢，佮针对。即听的这圣歌，甲这观点，这正谈师呢，做者搁较详细，而且甲咱注意。所以呢，咱最近来个学校较努顿啦吼，啊，因为讲师群内底就是学校上该切的吼，啊，所以呢，一定讲了都好势，啊，非常欢喜，就是讲咱阿爸做领讲师，会当甲咱做者精辟，而且解说。那么学校。来保护他的不足啦吼，那么以时间关系，我就直接进入咱的这信分哦。各位先生，咱应该拢有一本《明星之前》的课本啦吼，啊，我就直接进入咱学校的这本文。那么首先第一段呢，伊就讲：晓风吹雨，朝夕心内愁，落叶缤纷，天云已上秋。那么咱在王明旭基金，就是上课的这个过程，当王点文师非常的注意，甲阮做些指导。那么伊且消防车务，各位前年的拢了解，伊甲阮注意讲，这消防也伫身上挂紧，哦，这个姻缘，挂紧的这个姻缘，不管是咱的德运，啊，咱的国运，甲外口大自然的这反扑。真侪环保的问题，吼啊，甲种种的因缘，拢是外在外的定因因。那么这车务呢，就来比如讲，是咱内在，咱拢是定因因是影响，无法度人心来转变，拢被逆转。就像一个经济，这金融大风暴，那么咱的心呢，就跟着这个风暴起涟漪，吼啊的。心有戚戚焉，安尼，啊，无振作精神，啊，对这金融大海啸这一年的起来，人讲垂头丧气。那么注意一件代志，其实咱在听在修学的这个立场，互较深深的体会，啊，就是讲咱接着外境，当然见见咱的伤情，就是影响着咱的心情。那么咱接着外境影响着咱的心。那么如何？那讲伫这个姻缘内底，那么如何庄敬自强？那讲处变不惊，当然啦、啊，伊着平常心来对待一切的缘因。不过诶，爱靠着平常心的力量，真理的滋润与滋味，就是讲互我时常诶体会，啊，就是讲咱听着真理了后，就像咱上了明星之前了后，经过咱圣门的这个教育了后，普通啊，
以后学的这个感受，互学同校伫这个课程内底就会觉醒。但是呢，等于到存了后，咱受着咱的，人讲人事物的这影响干扰，真正就真容易呢，搁来影响着咱修行学的这个心，坚持的心马上就讲啊，修这也无保庇哦。啊，上天也无保庇我，全家平安大赚钱，五谷丰收。那么伫这个因缘，啊，就是讲咱借着外因境来影响着咱的心境，啊，就是讲咱今日。就是讲，咱即阵的目前，而且时运已经行到弥陀。那么，自救引爆神之五弥，也就是咱而且十二地支，也就是咱天的这寿数。那么，注意前面代志，咱拢了解。到这弥陀五弥交替的时阵，也就是咧三期末劫年。那么来到弥陀呢，来就是咧神会。那么神会伫咱经典甲咱记载，也就是要变质。所以讲，即阵的这个灾难、天灾人祸，要收束咱人的这个生命，会使讲非常的迅速。一届的灾害，就要收束足侪啦。不是像以前讲哦，啊，就人发生车祸是一个，哦，啊，若毋是，就是袂超过，较少超过讲五十个。但是呢，即阵的这个灾害，搁有一个咱是前两三天刚看的空难，一睏就九十几个爱离开这人世间。一世人就，若讲一世修啊，那么伫这个姻缘内底，啊，就是讲已经到这个弥陀，咱爱做一个坚克，啊，就讲来到这未来气数已经到秋收的时阵，那么秋，啊，就是要收好，吼，啊，就收束的这个时期，那么当然，那伊就积极的这个态度，啊，就是要万事归一本的时期，所以呢，师尊师父当然就天命要来普渡三者。亲像咱拄只咱先人慈悲有甲咱慈悲开始着长，哦，咱伫高雄巨蛋收藏物的呢，也就是咱师尊师父两位老大人，伊东岭天命八十周年，伊普渡三者去台湾，师父一贯的一贯的这道务呢，伊短短这八十年内底会当传到梵国九州，哦，咱甲咱报道呢，伊是八十个国家。那么伫咱一贯的而且道会推荐甲活动，咱有请着咱马英九总统吼亲临甲咱助威，伊所甲咱讲的拢是赞叹，咱拢是以德报怨吼，以德报怨，赞叹着咱一贯的而且教义的道义，影响着社会，而且特殊影响着社会每一个人的人心，伊祝福他家己嘛非常来讲沾沾自喜啊。哦，就像过去伫旧年参加国际会一天的孝心感恩大会，伊伫高雄巨蛋，而且孝心感恩大会，甲咱师尊师父同领天命八十年、八十周年这纪念大会。那么伫我哈参会过程，我哈深深的感受，啊，就是讲其实呢，咱每一个法会拢来参与，我们会觉得说，咱的感受就讲今日，咱伫这师尊师父，而且问他伫咱。李秀才先生，咱就接你过江的水兵的旗下，咱来是一管天的先天代的信义集团，是非常正派的宗教，是正式的宗教。所以，何话如果人出去度人呢，何话拢非常有信心，就是讲，咱今日为人无了讲，有听过一管的，但是一管的是啥物？伊无专业了解。那么，伫咱度人的因缘，甲咱问的时阵，那是何话敢是讲何话本身？非常有信心，所以咱伫度人的意念内底，咱家己对道嘛有信心。当然，咱要度人会较容易啦，哦，因为你有信心，人家要对你行。啊，无亲像咱黄帝老师常常咧讲的，一网引众嘛，相接入火坑。那么建议咱如果有深深的了解，哦，信德经、立经、天命经，那么咱要去度人，咱就会感觉讲，哦，啊，我是不是对你行唔对？这是佛学的感受啦。那么当然，咱今日这条圣歌吼，讲第二句讲落叶缤纷，天云依山秋。那么秋风扫落叶，当然啊，暗入着天云已经到三期末劫年。那么在佛教来讲，伊讲啊叫末法时期，讲
各位前人活检验，这就是讲，咱今日已经伫这世间每一个人的真如自性、真如本性，来到这凡尘，已经流落到大半多年，也到活检验。那么注意前人代表，咱听到这活检验，当然拢有感受啦。啊，就是讲，咱家己心中拢有坚贴。那么昨下看到阮的文德也在一个。伊讲，其实我知，即世人即、这个人生受天灾人祸，而且摧残，其实是小事啦。佛甲咱讲，咱大半万年来生死轮回的即个六道轮回内底，真正是真正的结束。所以咱今日拄则咱前人慈悲甲咱开始，咱受亲密的教育，咱在修班，而且过年不过咱就是要行功业力。啊，就是讲，咱今日的超生死脱轮回，这早是真正咱要脱离这个结束，而且重要的因素。这是佛法，伫咱参悟的道场内底，伫咧推动的为贵人一直能够勇往直前，或许从来没有退缩过的这个因缘，就是讲佛法一直要雕刻给咱前人，各位雕刻师给咱慈悲的，我要一世修，一世修。那么咱今日对这一世修一世修是咱弥勒祖师弘扶台湾，咱要如何来接受伊个弘扶台湾？其实，盖在咱主地如何去创造，主地如何去创造？那么德因业感，咱拢知上天不必不必着咱六界苦闷，所以才降道要来挽救着善人信徒。那么这业，其实是咱人心所致啊。所以讲，业因心教。咱看伫这外个外地间环境，而且大环境，其实拢是咱人伊家造成。哦，亲像讲，迄山明明着好好伫遐卖走山啊。那么一个专家的研究，为虾米会走山？当然就是咱恶高的这制作，咧建设恶高的时阵咧，可能就是有无注意的这個。因素的内底，所造成即阵的走山，所以佛法感受拢讲，拢家己感受讲，其实业因心教。上简单的一个因缘，哦，咱一个家庭袂当和睦，夫妻袂当和好，哦，袂当来讲亲切和平。我们那个这件欢事，这件欢心，其实也是两个人的心都有我的存在。我们才会产生摩擦。如果咱诶，但是这是虽然家庭未好时，我较感觉讲这嘛是一种的结束，哦，是非常小的结束。但是由小而大，哦，因为咱的心啊先，咱就会当先去上天，上天咧就会降，搁较少一些结束。那么咱屋企上天，上天就互咱愈侪结束来修缮的屋业主，哦，所以讲今日上天慈悲。降道要来帮救着咱的人生，那么咱的结束逐渐呢得转化。那么而且呢，佛法把咱引导转来到咱的自心当中，就是讲来到这秋天，一年四季春耕夏种秋收冬藏，这是四季的这个轮转。那么又到咱自心当中，佛法把体会。就是讲，每一天，咱来到秋天，就是要过年，对不对？人拢常常讲，中秋节若到，来就是要冬至啊，要食菜粿啊。那么冬至若到，就是要过年啊。各位先，在座注意先，来着。包括我佛法上侪上后边，迄个孔子，伊观在共款，人讲天经岁月人经修。天就是咱的中华民国，哦，今年民国九十九年，每年就变中华民国一百年的加一年。但是注意先，又到咱自身当中，咱的人生当中，咱会减一岁，这是咱爱去坚持的物件，哦。所以，而且佛法甲咱注意先的共同分享，也就是讲，咱爱把握着咱真正短暂无常的生命，来创造咱永恒真相的这慧命光辉。这是咱伫即句信佛内底佛学的这个体会。那么，搁再落来呢，伊讲三三和尚母子来分手，当初已有六万外年条。那
那么当然，这个三山坡啊，就是咱老母娘风水祖先金菩萨下凡意识，啊，就是正是咱母子离别的这所在。那么后方呢，就先依着咱人和单位，和咱陈永红连任哦。好好好的一个资料呢，那已经可能拢捌看过这个资料啦，好好大概都予咱巩固而提升一下，慢慢了解着讲，确实咱的亲人本性，咱的故家乡呢，是伫这个三山坡上。描写着咱本来这一生的咱本来是佛啦，哦，本来是佛，咱本来就是甲老母娘的住伫同迄个所在，伫迄个佛境内底。那么当然，咱这个老母娘呢，伊是三山佛前呢，派着咱诸仙子菩萨来下凡来示示，所以呢，伊就用着这个酒呢来风水着咱，那么甲咱的仙衣仙鞋呢，降放伫三山坡。要等候咱来祭祀了后，升天下了，带动世界了后呢，会当倒转去请咱的仙医仙的。可是，诸仙的代表，咱师尊老人家讲，当头一游，轮回六万多年，怎啊来吼？啊是物欲所被气病所苦，怎啊真心未实？啊，拢依着咱的贴心，依着咱的细心的，而且来做作。所以他造成了六道的这轮回。那么，以前的家人爱了解，这三山坡，咱听三宝的时阵啊，咱三宝的讲师就甲咱讲，果是不思，不知天地之门，啊，就是咱的天地经。那么取之不竭，用之不尽。各位姐，伫咱这修书一记迄个所在，啊，就是伫咱这林内底上较深迄个所在。所以呢，咱时间甲咱讲明白，毋要只以求知己所知，以及不如鸟吼。就是讲，咱人真正不如一只鸟啊！迄鸟啊，真正吼，就像我拍一处吼，我一楼吼，或者阳台，迄鸟就是会吹入去吼，迄雨压袂着，风吹袂歹的所在呢，做个鸟啊是。啊，连住在住的迄个所在，哦，落雨时就飞入去，暗时寒就飞入去，只要无伊个破坏，迄个是伊上较安全的所在。可是咱上生呢，确实不知是不知咱的基础，祭先的是啥物所在，拢只是有点名利，哦，我这我欲着定呢，是来定位的咱的真如本性。那么当然。没关系啊，那么我们的影片就不要看了，好，感谢杨女士的。那么当然，咱可能拢捌看过这个影片啦，吼，捌看过这个影片，啊，就是呢，咱老母娘把咱先一先的客等了，咱煞伫遐彷徨，伫遐彷徨无措，唔知影要安怎，先一先就客，甲伊叫老母娘已经袂赴啊，哦，已经袂赴啊。那么伫遮啊，就是互相甲咱分享着讲，其实咱每一个人。所以这个因缘呢，佛三三宝的这因缘啊，吼，就是佛法呢，接到这第信闻的时阵呢，佛阿毛先教着咱来经营。那么咱经营准备到佛法开始讲三三宝，吼，就是咱明书一记迄个所在，咱拢知影。不讲咱讲灵山，就在咱的眼前，哦，咱免阁去到外远的所在去，只要用灵山踏下修，好好的来修，咱就当修佛。那么，今日主笔甲我讲，其实咱今日所求，是明书一记的所在。咱今日所求的，就是先天大道胜利之团，甲咱佛起皇帝一位开天的，所留的有福无传本体，世世庇护本心
的这个先天带来是同款，所以咱嘛犹豫啊。因此咧，我伫个刚来上课的时阵，咱拢知影，即马有哦，做个公文，人讲吼点伊拿后的，听讲后尾点伊卡达乌的，那么互他深深的感受。咱今日想出一支，伫咱内怀里底，迄个正有门的所在，才是正是上个正确。哦，所以遮嘛，咱印证着讲，即、這个三三课咧，就亲像咱伫幽三字经内底，咱都发着幽连山、幽归藏、幽就业、三业相。那么这幽连山是本来这古迹，也就是咱伏羲皇帝伊所留落来。那么伫易经，伊着经卦来给做一个解释。那么这经卦，咱拢知影，也就是咱的三经，也就是咱的天地经。所以呢，咱想出一支笔的所在是健康先天带的现役精华，所以注意先来滴，咱唔忙有唔忙有怀疑的心哦。那么你今好咱了解了讲，其实咱人有三个特质哦。第一个是咱的原籍在五极一天哦，就是咱原灵运用运用一些中原哦，所以可谓是咱的根基固家用。这倒是咱的固家用。咱在三山坡里过世了后，伫当初已经六万多年，咱所当伊个厝呢，拢毋是故家乡，拢是咱个家乡尔，吼、哦，咱个厝里去。那么，而且佫有囝婿，那么囝婿记载伊远工，我发看到了后，我就甲亲属啦，甲体会一下，啊，真正有影哦，佫有经验。咱若一出世，还是咱生着一个红个仔，哦。咱就马上去报户口，一个月以来要去报户口，去户政事务所报户口呢。咱是去甲报，报讲吼，咱家哦，即嘛有生一个红孩仔，有一个人来出世，哦，要甲这苦海受苦啊，哦，爱去甲伊报户口。那么当然，四大家他不调和的时阵，咱嘛爱去户政事务所督户口，督掉的用红笔怎啊来规掉？哦，是像户口爸爸旧年归空了后呢，户口去户政所甲办。伊讲这个人离开世间啊，啊甲废掉。我甲讲啊，用蓝笔着，咱来用红笔。伊讲嘿，就是用红笔甲咱废掉。哦，那么当然，伊即阵拢用电脑嘛，吼、哦，户口面可能一个红笔甲咱废掉。那么你这一页嘛，咱了解，确实世间就亲像女婿同款，那么亲像囝母同款。哦，为人来住，住较侪冬，甚至能住百几冬。啊，若为人来到落即块土呢，就夭折啊！吼、哦，所以讲，个人因缘无同款，嘛甲咱过去世所修的因有关的。那么分级，做一个分级，伫地府。如果在世间来做人，或者伊人生当中，拢是做侪人，拢做侪较侪做仙的呢，做仙的，那么就。会做地甲受刑罚，那么地府的这刑罚就甲咱人世间的这感觉同款，有罪嘛爱去感觉受刑罚。那么最近代志，当然啦、啊，咱个受主一致，除了先天代志以后，咱有先祖就甲咱讲，已经要甲咱的生命入去，啥三观代志，甲咱的生命入去天龙挂号地甲求命。我咱百岁以后会当伫往西方极乐的所在，但是咱伫这个一贯道哦，咱南部呢，而且清新文化讲座内底有一个曾祖文点元师，也是咱区的这个会长的款吧。伊去咧准备的时阵呢，哦，讲一句话了后，好汉嘛是震撼嘛，哦，伊讲伊是领年龄的典范师，咱各位前辈，咱求得了后，保证咱等伊到。西方极乐的所在，但是伊无保证咱住的条件啦，因为天上无迄个无功德的身份，地界无迄个无罪过的这鬼魂。那么吼，咱体会着讲，确实哦，若讲因道的降世，虽然可以归根，可以归根，但是咱绝对是求道、修道、办道、学修干办的人的因缘内底，爱积极来行功积德。咱个有法度有这个德，他个普遍啊，因报德才会普遍。所以讲，最重要代志，咱爱了解了后，吼、哦，爱做一个警惕，吼、哦，爱做一个警惕。那么，咱
师尊老大人甲咱讲，因为咱的真心白失了，而且轮回到百多年，因为咱六因感六尘生六识，互咱这失定的，甲咱拖咧弄弄走哦。妈妈使咱沉沦于这六道轮回内底，这确实苦报啦。人讲地，去甲咱讲人生是苦海。其实若无了解六道轮回的人呢，他觉得人生是个乐园啊。我要唱卡拉 OK， 我就来；我要爬山，我就来；我要骑卡拉车运动，我就来。有够快乐，来靠福报的人哦，有钱又有闲，因为伊无了解六道轮回的这个苦报，哦，这劫数的这痛苦，所以呢，伊把人生落苦海当作乐园。那么咱今日求到了后，咱受真理的滋润了，因为咱在座诸位经验在了，拢是道场的这中间干部，拢是端主人才，咱更加爱敬贴着咱家己哦。所以呢，而且啊，就是讲咱师尊老大人搁落来这句呢，其实每一句拢有伊的连贯性，真正拢有伊的连贯性。所以呢，伊阿伯甲咱讲，岁月悠悠，轮回悠悠。岁月悠悠，岁月无情，有些话甲咱分享。其实因果轮回正是无情啊，吼，正是无情。那么当然，咱为虾米会有因果在咱念头的这个生灭，咱念头的这个生死。所以讲，一念之时即作善因，一念之恶即作恶因。那么这个果是因为咱从这个因起来，不是平白而来啦，所以我较感受着讲，咱每一个人拢爱继承着咱过去世无形的财产的遗产。因此，才造成讲每一个人的品性无同款哦。亲像我较即马有三个孙啊，吼、哦，一个陈宇烈、洪子英、甲陈梦修，三个我较拢在照顾。其实我较伫这个体会内底，甲感受起，三个囡仔的个性拢无同款。那么为什么拢是妈妈怀胎十月所生，拢是去病院的医生甲生出来？那么为什么因的个性、品性拢无同款？这归咎于过去世所修的因无同款。所以呢，咱今日即世人受啥物果，其实是咱过去世所做的因。那么注意前言代表，咱今日了解这因果轮回这定律了后，那么如何在咱当下心念，要如何去甲？转化，就是讲，咱一定要以着正向的这思考的角度来去甲思考，哦，去甲起心动念。那么咱所循环回来呢，当然就是先的循环，就是先的根本。其实后学常常在思考善恶的循环率，先恶这循环率，会使讲非常可怕。咱今日动念是先，那么什么叫做先？我想咧甲体会，就是讲，互我听净空法师的这个频道，伊咧讲嘛吼，伊拄仔讲一句，哦，佛学问答内底有人甲伊问，伊讲，啥物叫做显殊？各位前缘，这显殊吼，可大可小呢，吼、哦，普及坐落啊，亲像迄波台面一波西的规律，即嘛显殊做福报。那么伊家己解说伊讲，只要是顺义离境的，就是显殊。那么如果若是利人损，那利益损人就是恶事。诸恶无作，众生无缘。哦，一、那个三岁孩童，家己了必须恶行不得。那么这善甲恶，一念之间而已。哦，只要你若是损益利人的，拢是善事啊。哦，那么注意前言代表，啥物善事是功德上大？咱时常前听前辈在甲咱讲，度一个人有三分。功德上天助咱七分，多一个人有十分的功德啊！哦，咱以个财师来讲啦，吼，当然有福报人拥有较侪财产的人，要财师有上简单。但是上天要甲咱讲，你布施偌侪钱，有偌侪功德，只是有功德有福报。但是咱多一个人，心存一个人，咱心口所解，迄功德非常大诶！哦，所以做前缘代表，咱一定要标这个目标去前进。那么，而且在佛经里甲咱讲，心随情缘，哦，即心就属性的，因为咱一心随佛教。那么，如果咱的心若随善缘，即心就三善的，
就是天人道、人道啊、修的道。那么修是恶业，即对三恶道。就是了第六道、第几道，伫还未研究真理以前吼，安尼听安尼听，未感觉安怎诶吼？我以前安尼听道理诶时阵吼，拢是会做笔记诶，吼是我家己咧做笔记诶。我吼笔记我研究做无少，但是无了解诶真理，够以前诶咱了解了后，真的很恐怖哦。对诶，到这三恶道诶时阵，要反省着人啊。会知咱前日才甲咱讲，一失人心，百孤。真正要搁翻倒转来个人啊，哦，所以咱爱非常警惕。那么而且，其实咱这个肉体生死，就是讲肉体生死，咱大家拢会惊啊。小可艰苦，感冒破病就会烦恼啊。我平时唔知要安怎，哦，就像武汉的这退化性关节炎哦，啊，这手指头拢会疼，下肢拢会疼呢。我甲武汉的江坛主讲吼，唔知敢是得骨癌嘛？我怕足紧张吼，因为足惊啊，袂当写字啊，我死人都麻烦啊。那么就紧张，但是要注意一下，心是生死比以前变，咱心念的生死，知影人惊的人无几个啦。哦，所以讲求道如入门，修道如入家。确实，今日会当伫咱今日来参悟这个法会，哦，而且单独人才，才500几个尔。所以说，这就是讲，今日咱有法度人去了解，在咱生命的岁月内底，岁月悠悠的一年内底，咱有法度人去找到咱的基础无？哦，有法度人找到咱的基础，那么咱今日就会积极来参班，来研究，哦，来了一年，那么嘛，才会当真正脱离咱的生死轮回。所以呢，学习，你这岁月悠悠的一年内底，我伊给咱。段经叫做《慧能祖师》呢，伫这忏悔品内底，最后一段的这鼓励，伊讲叫咱努力自进步，悠悠啊，是讲咱今日学这么侪真理，如果咱若无真正厌住本性，伊甲咱讲不是本性，效果不灵。但是伊搁后壁有一句，叫失住本性，厌住本性，即连重复天伦殊佛。这伊敢肯定诶，那么伫这一年内底，心理诶这滋润内底，咱来做一个心思，就是讲，咱今日应该去专心致力诶，这些基础诶物件是虾米？咱一定爱有智慧哦，因为后壁足恐怖，火量不足一世休啊。如果咱在修办诶一年内底，那么一个端主人才，拢有咱的职责哦。端主有端主的职责，讲师有讲师的职责，领人、副领人、组长，伫咧推动道路的过程，都有咱的责任。如果咱若无责任负起，真正拢伫遐悠悠啦，就是讲哦，蹉跎岁月，逐工拢甲浪费，不要紧，因人迄落中央要点到，我无去不要紧，有。那无排入我上下咧，点老师上下咧挂号的人才就好啊。吼、哦、啊，也无排入学校排班，我倒从看电视好啊。那么注意些个代志，这就是咱伫个悠悠蹉跎岁月。那么何时得良心？不合适的心，其实咱虽然是无办别咱的工课，互我感受，就是讲你去甲参悟了，去何时了，我们会得到东西。哦，你着物件，后壁人当恁另外是组长安排咱做上下礼的时阵，其实我们还有一次温故而知新的机会，哦，就是学习的这机会。如果若无精进再精进啦，哦，啊，如人生烟如地薄冰的这警惕的心，伊着咱进入本性为主体，咱真正一世人也无去吼，因暗倒咧困，明仔载若无爬起来。啥物拢唔免讲，啥物拢唔见，唔免讲，还是讲吼，有一天真正咱免疫系统失调，啊破病啊，去倒个病院啊，真正想甲咱讲啊，创费爱钱啊，哦，就是倒个病院用上次费都爱钱啊咧。像我家务病房吼，虽然即摆有健保，一天可能爱1000块啊。那么倒伫遐创费爱钱的时阵，咱着方式台湾上天慈悲，如果有咱机会，那么咱搁有了咱。如果若怎样安尼甲咱刷去，各位先生，伊事休了，啥物拢免讲。
所以讲，咱一定爱足够耐心、积极性。咱今日要五样，伊是咱听道理啊，互我常常咧体会，拄则甲咱分享的，要甲生作担当，要感化咱的温心作力，唔只讲发心容易，行坚心啦，坚心容易行心啦，行心甲坚心是咱修道的这三要素。那么要请讲恒心，始终如一，这心一处，专心一地，而且心较困难。因为咱今日是要练心健心，要一志健心，健心成佛，要超生死脱轮回，一定爱下功夫，爱一门深入，长期分析，咱才有法度达到这个意境。所以一定爱天降合掌，志心定。这是咱六祖慧能祖师呢，伊所教咱慈悲的，所以讲咱今日佛法体会就是讲，嘛互四时的运转，偷走了咱的岁月。春夏秋冬，伊走啊做自然的，但是呢，伊偷走了咱的岁月，咱却拢无感觉的，却拢无感觉的。那么咱今日拄只先来教咱慈悲，咱今日心无着风。咱弥勒祖师方从台湾，是准是否的这个扭转乾坤的这誓愿呢？咱会当化素业，化素人，必得素人为素业。其实咱爱把握这良心家庭，爱好好啊来修办一场，真正在咱这世人会当了脱生死轮回，茫空落这个好家庭。拄只我甲咱分享。因有上天降落这一面，咱倒有法度人归敬。如果咱若无求道，咱毋知咱本来面目是啥物。若咱求道了后，咱知咱的本来面目是啥物。所以讲，佛法伫个无前人吼，迄本细细本迄本册内底吼，佛法看伊讲，其实求道就是找着咱本来面目。那么咱今日修道呢，就是要比化咱。人生的平衡，若当真正伊求道、修道、办道、成道、了道这因缘，要达到修道呢，真正爱靠咱的累积，因果业力的这个累积，把咱恢复到本来的面目，咱到我度真正超生死，那么脱轮回。因此，因为上天降格，咱来把握这个天时、地利、人和，而这个好因缘啦，这是佛的这个体会。那么搁再落来。是咱老母娘对咱的这个叮咛哦。首先，伊先甲咱讲，就是三依五调的这个因缘，叫咱来把握当下。那么，搁再落来，对伊对咱的这个叮咛甲盼望啊，把咱逐渐，我来甲咱分享。伊讲，临别静言，保义彬彬格，奉天承运，金龙树三宝。那么，伫这临别的这静言。甲保义平平过，就是咱弘报慈悲，感观着咱苦海众生，沉迷于这欲海之中，迷失了昔日甘愿度众的这大愿。就是讲，咱伫这三山抱宝镜来分手因为迄个影片放袂出，所以呢，咱会当了解着讲，其实老母娘派咱诸仙子菩萨来到这梵殿，是要来治世。是要来度众的不是要咱沉入伫这欲海之中，不是要来遮享受的啦，是要来遮历练的，要来遮磨练的。咱未是要咱实质老母娘的，伊予咱的这大愿，所以咱来第四去。那么当然，伫遮的老母娘伊非常伊这个怨叹、苦叹啊，毋是讲怨叹啦吼。咱众生下凡了后，为灵魂利用苦欲六尘。这个在修行时岁呢，背起，伫咧六天表文内底，互我看一句：本性涂炭，本性涂炭。所以咱今日受受一治疗，大家了解讲，咱本来面目，伊是清净无染，伊多多光灼灼的。若无来求道，真正着本性涂炭伫这苦海内底，伫遐轮回。那么当然，咱。金鸿着咱培养天的应世三地法界的这因缘的上天大开方便法门吼，我来当有缘的佛祖，会当先得自后修，会当先得自后修。那么会当真正找回咱本来面目，这是咱
上天老母呢的这慈悲。那么当然，以这后天新闻金融四三宝，哦，我忘记了，就是讲咱现在老母有这资本，哦，伊讲咱来当彻底反省，甲无合法的原因甲目的，人无基因，红泥参悔。各位前面透过咱现在闻一经一段的这个。大家学习了，咱了解着讲，咱三山普地无时时，伊是要派咱来治世。咱若了解，会当体悟这个因，这个因缘，咱就知影忏悔。因为呢，咱甲做一个心思反省，其实咱拢毋是啦。哦，叫咱今日临时安排要点灯，哦，要办灯，啊，请咱自前去度啦。结果咱拢讲，无法度啦，拢无度了了啊。人拢倒去啊，人拢求倒啊，拢无啊，拢无当倒啊，拢安尼甲咱推辞呢，甚至何况哦，当入了咱中年的队伍，何况哦，一紧张，因为吼咱红点的师呢，当然分配咱的点子是互咱有积极的态度，毋是讲咧拼业绩啊，中间来是咱人无干，这是咱一种积极的一个方法，因为伫公司的制度也共款啊，每一个业务员绝对要有业绩的这个压力。那么咱在白天道人讲办道科学化，哦，当然修道爱古老化，哦，照着古人的而且信义来修，咱的心用咱的心。那么在办道，咱一定爱科学化，企业的这管理。那么这点这压力了后，咱爱定到积极的态度，哦，唔能讲，因为咱若如果讲啊，人拢道啊，那其实还袂遇到人足济，哦，真像有好比咧。差不多在爱心会的这个工作的时阵呢，互他改做一个救助了，拢会去导员求导，互我拢来问啊，问讲啊，恁敢有来？因为咱是一贯的以和性等的种是爱心会啊，啊，请问你敢有求导？伊讲我有听过，但是我还袂求导，差不多十件内底有八件还袂求导的。那么各位姐妹，互我拢会导员来求导啊，因为呢，咱知咱是要。度化众生哦，为了比世间人的这心哦，悲哀的心的哦，所以咱若是过无尽咱的尽，咱爱忏悔。那么第一目标，目的方面觉修。那么咱们爱改变家己，教导别人，影响别人。如果咱今日对道无信心，咱家己的修持无好，要去度人嘛是有困难啊。所以咱只好度人觉修啊，一直觉醒来修，唔是咧。唔是咧修七佗啊，各位先生，恁年纪也修为大度人才，咱今日咧修办的，唔是咧修七佗啊，哦，咱是真正要当达到消生死法轮回，哦，因此咧，即啊，我咱了解来讲，其实咱一定要有牺牲奉献、服务牺牲的心，来推动着咱的道路，来修持着家己。那么伫遮伊讲金龙四三宝，金龙呢，咱时常听过嘛吼，即有锦囊妙计啊！伫即个姻缘外在姻缘内底，一切变化来到三级化减年，咱老母娘伊嘛了解啊，哦，伊嘛知影讲，以后来到越发时期呢，就是呢人生的沉沦，道德的沦亡，那么爱降即个道，把咱先得去，就是咱挽救着咱的人生。哦，所以讲，伊才用着即个妙计。所以叫这锦囊四三宝，因为咱今求道三宝生活是咱求道的根本。如果咱去度人啊，咱若讲哎，敢有求道？咦，咱像有哦，有啊，我嘛拢有去皈依三宝。但是你敢有求到三宝生活？我拢安尼甲伊问啊，哦，那么伊就讲唔知啊，我观音我唔捌呢。那么当然，伊就是不然，但一贯的道场。经过着咱周公大礼、受书一致的这仪式，所以呢，三宝生活是咱求道的根据。那么当然，三宝生活道学的修持，就是咱出苦海到达到修复皮囊的这个宝法，哦，的这个宝法。所以呢，只要咱了解着讲，其实咱爱深信着这个三宝，哦，伊是一贯真传的延续，哦，是一贯真传的延续，三宝之外无别传。因为咱拢无传经典啊，吼，只有圣训啊，吼，啊，甲咱诶，即个一过去我搞圣言即个经典。
那么伫遮也就是讲，这个三宝就是咱佛学家体会啦。当然，伫咱国语典范是一本《三宝心法》的修辞内底，佛学嘛有看到，伊讲三宝心法就是像咱生命中的这钢筋，生命中的钢筋哦，今日要去一间厝共款哦。要去一间厝中的当然上重要，什么钢筋？如果若无钢筋甲支架起来，你搁较侪个山，较侪个土，都无法度通生存一间厝。那么这三宝生活就是像咱生命钢筋。咱如果呢求道，若讲业力搁业识，把这修行的三宝生活，无落实去甲修持，就甲藏入边啊。哦，就亲像咱把这钢筋藏入这土卡同款哦。无法度通产生了作用，无法度把伊架构起来，而来支撑着咱生命这个重量。所以正讲讲三宝修持，会使讲是一种洗心，一种养心，哦，一种心灵的修行。因此，咱培养弟子，会使讲非常这幸运。咱老母娘金龙树三宝，使咱得了这三宝生活。那么咱在性缘交逼，而且姻缘内底，就是讲，彼是这个苦海内底，花中在莲花出污泥而不染，就是爱靠这个三宝心持哦，伊是真的是最好的能量。这种佛法，伫这个学习的过程啊，佛法思想哦，当然哦，甲佛法的先生，人讲阿母哦，喙齿较好嘛，会相加。啊，夫妻之间哦，搁较好，冇意见袂合的时阵啊，真正佛法感受讲，都好甲唔好，在夫妻之间的相处，咱也有体会哦，过些那个体会哦，真正一个家庭，哪拢大家当修行学道，会使讲非常的圆满，因为大家拢明理啊，那么明理就好修行啊。啊，若如果意见袂合，大家拢有我对，你唔对，拢是我对，各位前一点。就不好过，日子就不好过。所以讲，建议咱来，就是伫佛法，感觉讲，咱伫这三宝修持内底，就是甲人发生口角时阵，我们就默念真经，舌搭天晓，拢莫甲应啦。吼，这佛法是上要分享，因这佛法的体会，佛法有迄个，人讲凡所共必有深刻的印象哦。来用第二法，啊，阮江明宝就拿候选人办法了。哦，真的，他那个明宝就拿我们的第二宝没办法。所以讲三宝心法，真正是诸法之哦。因为你研究搁较侪经典啊，啊就是讲今日咱早课、午课、中晚课拢伫遐上经，咱拢捌听过一个故事。哦，就是一个阿伯啊，透早起上早课，伊遐一直上经。但是因孙都要上课啊，上爷讲阿妈十块给我买早顿啊，阿妈唔免加三句，迄阿妈就起心啊，就开始受气啊，各位姐妹，无法度啦，阮只爱就是三宝心持哦，迄、那个普文经诶无法度互伊诶含糊其心，真正咱研究金刚经就知，哦，咱即马互阮弘典法师吼，对金刚经诶会使讲非常有深造啊，那么我甲看。对头到尾，拢是温和应住，温和含糊依心，所以咱的心呢，真正是无好含糊啊。那么，咱今日有这个三宝心法，咱老母娘赐咱这个哦金龙金的锦囊四三宝，咱爱好好甲珍惜，哦，好甲珍惜。那么再来讲，苦海未尽，花困。人人调哦，诸行失可先依依虚妙。不甲咱讲，世间是苦海未尽，众生颠倒错乱。为什么世间是苦海未尽？其实原因呢，咱的众生颠倒错乱。其实咱的心若无颠倒错乱，世间就是苦海未尽。因为咱的心颠倒错乱，执着心了，四心六道轮回，人生才是苦海。哦，人生才是苦海。那么，为什么不甲咱讲咱众生颠倒错乱？各位姐妹，咱若捌生过宝
宝宝的啦吼，即种吼拍到有生两个查某囝，所以我看到了后，我就体会较深。因为咱人出世的时阵是为头先落来，其实咱坐无体的时阵呢，是头坐伫顶端吼，啊脚坐伫底，吼、哦、就是迄个胚胎啊，是本来是安尼坐哦。但是等到伊受过花胎，人讲已经顺过的时阵，伊会阁转倒转来。爱怀胎的，若无怀胎的难产呢，就爱开刀啊，哦，就爱剖腹产啊。所以讲，建议咱建议咱人出世的时阵，头先出来，啊，头下脚上，哦，头下脚上，哦，那么就甲冰倒转来。所以讲，众生缘的错乱，哦，这个人讲人，天天上人作用啊，上天互咱这个。因缘，那么咱人真正来到人世间了，拢真心迷信，伊着色心，伊着迄心来处理一切人事物了后，而来正罪哦，煞颠倒错乱。但是注意这个代志，咱不免烦恼啊，因为佛甲咱讲，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只有咱昨哦，这个纪念活动内底有放一个影片叫《回家》。有很多人看了都哭了，哦，都流目屎。有什么流目屎呢？啊，就是说今日咱一个囝出外去吃头路也好，哦，啊，咱查某囝去外口吃头路也好，伊要做的什么职业？哦，亲像一个妈妈本来是做的，因查某囝学跳舞，细汉就对学跳舞，伊煞来要去参加卖什么的这个表演，要做模特儿。但是伊妈妈唔是伊的希望，唔是要学做模特儿，吼、哦。伊妈妈感觉讲吼，迄模特儿的生活呢是复杂的，伊感觉伊查某囝无合。但是在电话中苦苦的劝劝，煞伊查某囝的手机煞无电啊，怎啊断了话？那么断话以后，听一个啊，就马上有一个诈骗集团，讲妈妈。哦，高姐，咱咱接到，互我接到的，吼、哦，他讲妈妈，紧来救我，紧来救我。但是互我接到的是一个查甫囡仔声，所以互我袂惊，因为呢，互我无生后生，所以吼，查甫囡仔声来不动于衷，互我才甲讲吼，你莫阁假啊，因为我无后生，哦，就安尼挂断，吼、哦。今日呐，互我接到的是查甫囡仔声，还是互我的查某囝躲伫外口，食头路读书，各位先生。咱会惊袂？会啊！嘛是有人以为安尼是用骗钱去的。那么当这个查某囝要去做模特的这个妈妈呢，接到这通电话了后，伊就甲迄个人讲，伊讲伊是诈骗集团，因为咱跟查某囝，跟查某囝讲电话讲了名，要去做模特啊，他有可能讲会互伊啊去伫底，哦，会用咧电脑咧拍咧，哎个声咧，吼、哦，各位先生，咱长老看咱就了解。那么。伊就开始甲苦劝，哦，甲苦劝，叫伊爱回头是岸，十冬拢无等伊看的妈妈，因为这个妈妈甲伊苦劝了后呢，伊打电话妈妈讲伊要转去啊，我阿姨妈妈就开始甲账卡的拢看出来，准备爆炸，因后生两个在咧转啊。那么伫这个姻缘，搁有一个，嘛互咱了解着讲，其实拢是咱的心在颠倒错乱。那造成世间是苦海的命运。如果咱人以觉醒做主，其实人间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间。原在呢，爱这人世间，圆满了一切人事物了后，咱才会当真得圆满天道自性。哦，所以咱嘛爱把握讲，咱世人来到这人世间。那么你这个正道歌内底呢？天甲上水万公，万里连绵有绿树，甲河空空无大千。那么伫即句话呢，互我起先的浅浅的体会，就是讲，其实咱人生是如梦啊，哦，人生是如戏。伊每天在做的，就是咱人生的这个写照。那么注意这一点，咱每一天倒落去困，哦，就是做白日梦啊，会到小困中道嘛，做白日梦。暗时咧困嘛会做梦，何法去感觉做一个梦呢？各位姐妹，欢喜你敢知？因为何法
有时啊，爱安排着咱的前线开车，哦，啊，再着先去疗养啦，还是讲要来高雄到长青读书，爱安排，因为何汉袂晓开车啦，吼、哦，何汉毛真正有够豪华，那个是袂晓开车。那么爱请前线师伯载何汉去，还是讲载前线去疗养，啊，何汉一工呢，着做班，班去讲哦，何汉真正载前线去疗养呢。哦，啊，搁驶到偌远呢？啊，阮先生甲我娱乐呢，讲好、哦，啊，你连鞋要开车，搁驶到遮远，开到遮远，那么，好客做欢喜，伊梦中非常的欢喜，但是精神了后，我讲啊，好客是咧做梦啊，这个梦呢，永远没有办法实现。为什么？因为即阵我要去学驾照吼，好客的先生甲查某囝拢甲我讲，你唔通去学啦，你老啊啦。呵呵我阮亮亮甲我爷爷拢讲，婆婆你已经是老人了，他我唔去学开车哦。这也、啊、就是讲，其实呢，嘛是爱去学啦。就常理来讲，活到老，学到老哦。但是呢，因为我看嘛爱讲阮这家庭的这姻缘呐，人今仔唔去学，你搁年纪二吼，安尼囡仔去用出来哦。那么，而且我搁做一个较深的体会，就是讲人生如梦。那么在这人生里面有四心六道的这轮回之苦，那么咱会跟上主讲，咱来觉头，为什么在哦三皈依里面首先就叫咱来自心皈依觉，啊就是讲爱把咱的人生转为咱的觉性。如果咱真正会当觉性天路，其实通通无代谢，哦，什么拢无，这四心六道轮回梦。内底所产生出来，人生如梦内底演化出来这六道呢，其实本来是无的，哦，本来是无的。咱就搁来当真正功德圆满，哦啊，小乘四化轮回，世间的这个四生六道是没有的，哦，刚好空空无感情。那么你将咱每当达到这一片心的这心有猪旁，其实咱的心嘛是心有是叫猪旁啊。哦，咱过袂当对这个苦海出完达到结果的这个提干，出苦海达到这意境，各位前面，咱家己心上重要哦。那么如果有所依基础呢，这样点睛安住定，哦，这样点睛安住定，咱就当达到这个意境。所以，而且咱爱把握，咱的心要有基础。啊，无呢，生机依依命。如果咱无找着咱的基础，哦，咱无法度往着咱的志向地，就是去修持，咱的生机绝对依依命。要超前四化轮回是无可能的代志，哦，因为呢，咱人生内底嘛是亲像一只漂泊的这小舟，人生的变化。哦，不加恐怕有一个影片的清楚，咱的人人生的是这漩涡来在那轮转，哎，比较飘忽不定，所以要领航的人。那么这领航的人是咱家己，当然有咱先知识的牵引，这是重要。重点是家咱自心是不是感悟啊？吼、哦，自心是不是感悟？是不是有法度啦？家己引导家己，做家己的这个导师。哦，这是非常重要。那么，如果咱有法度找这个基础，透过定心安如地，而且五步功夫了后，各位前缘，咱就有心机。那么要有心机，咱一定要把握时机啊！把握天地、天时、地利、人和，普度三者哦，打开普度的上天，打开普度的这好时机。叫我多人创造成机，哦，这是佛学的这个体会啦，吼、哦。那么佛在来讲啊，受业循环，四心在心而啊。当然啊，这是咱老母娘哦，甲咱因因的精灵哦，一切切的这个精灵，就是讲世间有些哟，各位前面咱爱了解哦，爱有这物件。所以这呢，其实这是佛家的这流转门啊，吼、哦，流转门。但众生一定的无明，因五执，因为咱的五执，因咱无法度放下咱的分别执着妄想，而来成业，产生了业了后，
阮先爸死去啊，伊色性的起，伊色性的起作用呢，所以这个咱就产生了白血球。那么产生了白血球了后，咱就做业，就做业，吼、哦，做了甲咱的子女本性不相应的，这个业报。那么做业了后，咱就受苦，就是受了四生六道轮回之苦。那么因苦而歇。二作业，就亲像迄电啊安尼，转来转去，转息，旋转不息，无法度人真正停止。所以呢，咱不听别人讲，而且流浪达万多年啊，哦，伫智慧开天，智慧辟地，因为心灵甲信五力交替，这时分已经流浪了达万多年，拢是因为安尼。因为咱的心不明，才造业，所以十二因缘，因缘的法内底嘛，甲咱讲由无明起，哦，因无明起才会造这么多的业障。因为咱人一起来到这人世间，都是该受业的、造业的啦，所以咱拢是一个业报体。过去世若造善因，一世人有福报，哦。过去世你也是恶因，一世人就受苦，苦得济啊！哦，那么所以佛在甲咱讲，咱是受业比较顺化。伊讲，敬畏王，敬畏佛，敬畏龙，敬畏畜生。敬畏王，敬畏佛，敬畏龙，敬畏畜生，生死不异。何来感冒真如方丈真果？各位姐妹大德，这是佛甲咱讲，这是世尊的佛陀甲咱讲的话。那么伊讲的话，真理是千真万确。为什么安尼讲？我咱在金刚经内底，伊甲咱讲，佛是十义者，伊是如义者，伊是不共义者，伊是不异义者。因为咱知影金刚经呢，当然嘛是师父咧后边来做一个哦转注以后，然后来补经典，所以才有如是母文啊。我一讲呢，我发师兄课教这句话啊。那么咱周贤人师伯，伊人爱上单位的这个经藏班内底，伊甲咱开始啊。伊讲金刚经内底第一句讲如是母文，那么如是母文啊，就是咱师父提呢，伊要。这一部金刚经的，要转出这部金刚经的时阵，就是讲，这话我讲的这话，拢是我伫佛陀的身边，伊所甲咱开示慈悲的真理，所以是如是母话，唔是伊家己自作的。那么而且佛甲咱讲的话，拢是证得了后，证得佛，而且各位了后呢，所讲的话。所以呢，各位姐妹，咱一定要较清醒哦。因此，在民工引导信解严谨哦，先叫咱有信心，到我度人，通信解意思来到我度人起心。那么，这意念就是讲，伊甲咱讲，咱过去世曾经做过哦，曾经做过，无定嘛，捌做过人个奴才啊吼，啊嘛捌做过，啊出世去做迄黑人，伊家就捌做过真正奴才啊嘞吼，那么嘛做捌做过条心。因此，伫咧修道故事啊，伫咧附身，就是我较有听咱净空法师哦，华藏伊个一个修道故事集吼，要小朋友听哦，伊内底有写哦，爱保护动物。那么为什么保护动物？我定一只猪啊，一只鸡，是咱过去世的姐姐，过去世的妈妈，过去世的爸爸。因此呢，咱了解因果循环了后，最简单滴，咱只好多人。来修炼较多，一步较大出来哦。啊，若无喙齿，也无比人较少气。为虾米咱迄哈姆食也无爱食？那菩萨拢会讲，咱若要宣传伊，伊前头伊拢会讲，少年无人食，吼、哦，无通去食好。即马来食老啊，经济较稳定啊，你阁叫我食菜，迄好康的，迄好料拢袂通食。各位姐，其实咱食素食哦，健康哦，素食又环保，有功德，而且呢。素食是健康的这个吼，而且意识，不是呢，一种讲一定要有宗教信仰，人到一定在吃素食。但是呢，要修行一定要先靠哦，因为咱先靠了，到我度
人清咱的心，啊，若无惊咱清透，人会叫咱食菜啊，哦，也是无同款的吼。素食的甲食菜无同款，哦，亲像讲冯子云哦，伊去读幼稚园，哦，伊家己读善行幼稚园，伊甲老师讲哦，老师，我是吃素食的小朋友，哦，素食呢，伊是讲我食菜人，伊讲我是食素食的小朋友，那么当然，老师就爱互伊食素食啦。那么这个因缘，互咱了解了讲，其实咱过去生到百多年来这轮回。不易，但是咱透过经道了，修道了，了解真理了，咱爱觉悟真主，吼，爱觉悟真主，咱才有法度人真正见真果，嘛才有法度人超脱生死轮回啦，吼，感觉。其实呢，咱会直接想了顺法，总共一句，这是佛法藏吼，伫咱一本。昨天我们那一本杂志内底看到，就是咱上去参加迄活动内底吼，伊有分一本迄个会刊的上面吼，好吧？上面内底看，那么伊讲，其实咱今日会做事这么多，初心有得这业啦，是因为咱妄心、妄心啊，迷失了真主，失了妄心，拢以妄心起事，失心起事，吼、哦，所以讲。会来做成这事业循环，塑形再煎熬的这个苦楚，吼，这个苦楚。那么搁再个，万里萧疏，留心倚靠水，只求天涯，日夜心相边。当然，伊咱不加分别，一切正缘，万里萧疏，拢是要凡世来救了，地脉的这个高阳来当灵力之甘露。因为呢，万里啊，咱讲。白者千万里，今日咱个自心若未歹呢，伊个生活就亲像迄，有够非常非常个真。那么伊是做一件代志，咱来了解。为甚咱师尊老大伊安尼讲？伊讲伊虽然伫咱中门，亲像伫南屏山，还是伫倒一件咱小县咱上中门，伊万里萧疏哦，伊写了这书信，林丹来甲咱慈悲开示。其实呢，人讲师道同心啊，咱只要若有替师尊师父哦，搭帮助的配婚姻的这心，各位前缘，咱的师尊师父随时在咱的身边。确实啊，咱嘛伫这个生活坊内底哦，咱的师父嘛咧甲咱讲哦，就像咱伊。这个新闻内底来写到非常详细，请咱在国外开放的前提，行六步就是六道菩提。那么行六步，书嘛是伊身边。所以，伊出咱在大人、新传人、新办的这个过程内底，互我体会，我感觉讲，其实咱的师尊师父，拢伫咱的身躯边咧，甲咱扶持，哦，咧甲咱扶持啊。所以我看，若要去大人吼，拢会求。上天慈悲啊，师尊师父慈悲，好好我今日来呢，会当能够，什么啊？啊，我发觉用袂起古成语啦，就是讲，咱去度人的心，会当马到成功哦。去了后，咱家己心转了后，伊会当讲好，安尼我家己来，哦，啊，这真正着非常的欢喜。那么而且万里萧疏，临别正缘呢，拢是要互咱会当唤醒咱迷子。会当回头是岸，那而且咱良心已破碎，咱老母良心破碎啊！各位前贤，咱安尼甲想啊吼，可能咱体会袂到迄个痛，但是注意一件代志，咱家做一个体会，家将心比心一下。如果今日好学，若生一个不孝子。哦，因为如果佛法两个查某囝拢还好啦吼，咱若了解佛法就知影两个查某囝拢还好。但是佛法如果今日上天无慈悲啊，莫讲上天无慈悲啊吼，佛法呢过去世做了无好的因缘，人讲生囝为是来报恩呢，为是来讨债。如果佛法今日是生了一个讨债的囝，就是讲伊出国。做代志去读书，无认真读书，啊出外去拢做败坏社会，哦，啊害人的代志。
那么有一天呢，去予这個、政府受法律的制裁，讲掠伊有干人甲关的时阵呢，迄阵学校如果是真正拄着这个问题的时阵，拄着这个逆境、这個、困境的时阵，学校的心呢，真正就是像咱老母娘心同款，真的是破碎了。给我做简单的比喻就好了。学校的大女儿，伊早是长荣航空的做空姐，这是学校临时烧出来吼，啊嘛是给我真心的流露啦。伊伫长荣航空的做空姐，啊因为是走迄个长途的吼，就是国外线的，一抓去澳洲13天。学校吼，伊若打电话给我讲，因为迄阵学校伫上公司咧上班，啊伊就打电话给我讲，妈妈，我即摆要飞几点的哈？定时会回来哦，几天后几月几号会回来。各位姐妹，学校开始延期钱咧，就是伊做弊在做起，伊今日未出几架飞机会带到国内。那么我就是讲等天气变好，讲一讲安尼一直等。等到伊要回来去讲咧，差不多伊就飞机互我接，伊可爱电话就到。因同事都讲，你妈妈超厉害哦，一下飞机他电话就来。各位姐妹。这就是这妈妈的心啊，知道她平安回来。那么当然，你这一年内底嘛，予咱做一个心思，就是讲今日咱三山坡母子来分手的时阵，了后咱就只轮回六万多年。咱的老母娘，咱的师尊师父，因伫这伫无极一天的伫啊，那个依旅。就徛伫门边啊吼，就像咱咧等吼，就像学校的佛陀吼，伊阵咧等学校的小师吼做兵，互我听着，安尼意见就是伊找阮佛陀哦等小师做兵回来，啊就徛伫咧门边安尼等，啊就讲几点要回来，我耳仔都哭好啊，他还袂到厝，各位前世就亲像安尼意见，徛伫门边伫遐咧等啦，你种心。把咱妈祖不离回着喜欢的心，甲咱做人妈妈的心是同样的、所以做一件代表，咱来做一个体会了，将心比心了后，咱是不是要更加积极、更加用心、更加认真来修行的？来替咱的师尊师父东家的三折带开普陀戒经典，咱唔忙个干净茫茫，何事几灰白？其实呢，确实啦，咱若是去讲今日无求道修道，真正是每一工拢醉生梦死。伊给阮做乌目送的这个心境，吼，的这个情分同款。透早煮饭，来囡仔读书，等做去上班，等来再煮饭，暗时看一下电视的来就要困啦。同阿仔，一日复一日就是这样的生活。各位前辈，咱今日求道了。听了真理了后，咱爱觉悟真如，咱就能够眼前朦胧啊。人讲忙啊，若做无闲，爱心就茫茫，要用了呢？逐工拢伫咧无闲。有人咧老板呢，伊讲我逐工拢真无闲，啊，趁钱，但来我是为虾米？为着虾米？尾啊，就忙啊，本心就迷失去啊！就真正迷失了真悟，就伫遐茫茫嘛。其实各位亲爱的，咱认真来问咱家己，咱今日是要追求啥物？咱活的就是为啥物？咱广电老师甲咱讲，一般的凡夫啦，如果若无感悟真如的，咱一般的凡夫拢会讲，伊贪嗔痴做主，逐工拢三毒要做主，伊酒色财气做舞台，真正世间的欲望就酒色财气啊，咱的心呢，就是贪嗔痴。要去食较好，要去睏较好，啥物拢要较好，无法度人比较。所以咧，伫遮一年，我感受讲，咱爱体会着咱五祖弘忍大师甲咱讲的一句话：世人生死事代，命定终日只因福缘，不离出求出离生死苦海，诸心若白，福何可求？咱听故事啊，食素食食50天功德，有人要用钱甲买，要买会着，到最后还是没有买到。虽然讲有影响伫世间，伊毋捌嘛，伊就买。但是呢，去到上天广告记载，
而且银联内底还是没有办法买到他的功德，所以讲而且咱爱去惜好的咱家己。咱伫这个无常的人生内底，咱要安怎惜好家己，一定爱有真理的这个教育，哦，觉醒，一定爱爱念咯，咱才有法度惜好无常。无常其实嘛是咱的心改正。只要呢，咱的心若清净，咱就会互这个世间的无常呢来甲咱干扰。哦，就像啊，咱上简单嘞，咱今日修行学道，哦，有足侪咱无爱去参与的活动，有足侪咱无爱去的所在，那么咱就会遮来无常。哦，那么只有超越家己，才会跳脱无常。无常是真理，佛甲咱讲，人生有。富贵贫贱，夭寿穷通，即顺逆境，所以不敢讲无常，咱都爱相信，伊咱都会拄着即个物件。那么咱爱超越咱家己，咱就有法度跳脱即个无常。那么要超越家己，各位姐妹爱看透面面，咱个心到有法度自由。以前呢，我哈伊伊面内底看一篇即、這个哦片啦，伊讲。咱活难过诶，足简单。其实咱若知足，就非常简单。虽然咱诶心较平，但是咱诶心是丰富。就像咱听真理共款，注意一件代志，咱昨下活动哦，互较甲看吼，一万几人，好像说12000多个人，一万七千哦，我杨宇组长他想怎样？吼、哦。一共17000个人哦，各位浅浅都是身着白衣，哪些个灯口，哪些个灯口，简单吧？今日如果咱也无学学得，哎，我去参加一个活动，这个盛大活动，各位浅浅，汤叔啊，遐个人知要穿多少领？真正呢，好汗哦，也要去用请。讲惨嘛，啊好啊，无我也无水衫通穿，毋知影要穿多一领。有时啊，我会想讲，穿咱即领最好个，毋是较好。吼、哦，即领真正是高尚，搁简单。但是穿即领去，人会甲咱感觉奇怪，你来参加这喜庆，啊来穿你即领白衫，人无定会甲咱想安怎？可是我较有时嘛穿即领去啦吼、哦，因为咱若参加另外一种，我会多买了，请伊即领最好甲穿来。会知啊，参加送礼，伊后尾了有请嘛是穿这领，哦，所以这领真正有够简单，但是呢，注意一下，咱来了解，咱来看透面面，才会当咱的心到有法度去得住，因为你欲望若愈少，咱的心就愈自由，这是真理啊。那么当然咱来体会，看透事实可以放手做事，咱如果若讲会当看透不？这个人世间的这个，啊，讲色声香味触法，哦，这真理，咱就会知影讲，我今日是要为生死大事去打拼，哦，我唔是要去追逐遐物件，看透生死才会当代天行道，因为道的降世有咱规定，但是咱一定要报德，才会当普遍哦。天道有路是得大步，哦，所以一定要代天行道。那么用咱的妙智慧可以分碎世间无常，世间的无常叫啥？六道轮回啊。那么咱如果若有法度人真正智慧，用咱的妙智慧来修学道，哦，来人生见性，咱就会当分碎世间的无常，因为咱无爱来啊，哦，咱就免来。这是佛法的体会啦。那么搁再来，叫咱认识家己，立千秋标准，哦，心中的话天机洞明在。那么当然，你这认识家己，咱听了真理了后，佛法敢想讲，咱有认识家己。啊，若无呢？咱人生如戏，咱拢是咧看一部家己自导自演的一部戏，自导自演的一部戏哦，是咧。今日我选择我要来进入这个世间，哦，对着这名利，那么我就是伫遮。哦，日复一日的赚钱，为了赚钱而赚钱。今日我学了解生死大事的事情了，我学为着这生死大事要来打拼，啊，无我就伫房间啊，对不对？那么
闻到生死来世在做水晶，但是甲佛法拢同款，无咱今日要来破除这个妄会。那么咱就是觉醒做主，那么咱觉醒做主了后，咱才有法度伫这个环境内底超灵咯。所以我们今天咱今日才当佛定佛甲魔高前当下的佛心天咯，并度一切因缘来参拜。我来遮甲各位讲师呢，这边有一间的这个研究，哦，所以伫遮的话，咱做一些面的做一个分享。那么咱研究是家己，既然咱是专注人才，咱会认识咱家己的使命甲定位。如果咱若无认识，咱就无法度呢，人勇往直前。那么咱爱以人为己人，尽忠尽忠于道，愿事事如意。各位贤贤，这是咱师父一贯靠守来底，咱着甲看到伊种四字合一的真情的流露，为着要扭转乾坤，为着度阮，为着众生的生死大事，伊着孱弱的这个身体一贯靠守。过前咱求助病头的时阵吼，咱若讲啊，着一个做一个检验吼，拄着危难的时，咱来求助病头，后发多一拜三千三。为我的腰会酸，那么朱先生，咱建议咱那个师父，伊为着咱，哦，慈悲心的显露，慈悲意向显露，一贯叩首，来叩求着上天，上天的开恩，甲转着这灵天开，不然今日有多人去，啊，若无在座朱先生代表，咱可能拢无机会，哦，拢无机会，所以讲在来修行道的这一年内底。一入庙内底，在内心方面，爱心是发出了慈悲心、爱心、善心、耐心来代天传佛、替天行道、积功累德。因为道的殊胜，伊是在咱的心上。有一个人前日的感恩慈悲啊，上天降道，伊是降伫啥物所在，看袂着、摸袂着、感受袂着，但是呢，降伫咱人的心上。人人方得，非得方人。咱一定要道的殊胜，在咱的心上啊显露出来。所以讲，咱伫修办的过程，内心内底哦，一定要发自内心。这是我发刚修啦吼，因为我无咧推动道务，啊，点老师助理，各前沿学学做者，而且探望。那么这个探望内底，我深深的体会，如果咱若无对内心显露出来呢，我们没有办法。持久会觉得很烦，有啥物拢要叫我，真正会有这个心啊？过去我较有这个心哦。那么咱伫这个修道的生命内底，当外道人真正显露出来伊的真正价值。所以呢，我依着几点教义来甲咱做一件的分享。第一，咱一定爱努力用心来研究真理，研究经典，研究圣训，研究道义哦。当回修来含养着咱的内经，所讲养慧含养着咱的内经了，咱才有心来修到修到一个圆道了。一定爱心道义，哦，在咱内心当中，咱爱研究着这真理。那么第二，咱爱认清世间是苦海，那么非常侪众生包括家己拢沉沦伫这个苦海内底，那么咱爱慈悲心的来。救度因来求道、修道、办道、尽道、了道，达到成道，大家手牵手，依患本愿，脱离这个苦海，依患本愿。那么当然，在咱生活的过程啊，足多咱的兄弟姊妹会拄着真多困难哦。啊，咱身为一贯弟子，咱要去度人心转人，我感觉咱内心爱有遐爱心，爱有慈悲心。伊拄着困难的时阵，咱有法度是咪？咱种一爱心花啊！哦，有因缘，当拄着困难，咱一些金钱，哦，去甚至来救济。那么救济了后，咱爱伊个真理，伊个咱爱心甲关心，真理甲宣传，度伊来救度，来帮助伊，来帮助伊呢，当接近显地显。做者做事团体哦，伊拢讲。我这只善啊，无人要参观啦，我才有机会人见到。阁有前面有人安尼甲佛法讲，那么佛法感受着讲，其实咱今日是立天道的事实。咱印度加英文就是咧普
天世界大同，对无？大家人拢会当听课，咱爱有自己先家救起来，哦。所以咱爱依靠饮食、物质、精神来帮助你，接近潜意识，这非常的重要。各位前言，我们都是人家的善知识，哦啊，每一个妈妈是咱的潜意识，啊，咱嘛是真侪兄弟姊妹的潜意识。那么你家自卑一下是真干的智慧，以这个德蕾莎修女这本书内底，好哈，对头看到尾，当然非常感动，但是有一句话吼，我非常感动。伊讲，我只先做未到什么伟大事业，但是我会当拥有我伟大的爱去做小代志。各位姐妹，我们也是要有这种胸襟，那么伊有咱伟大自卑的心。来度化兄弟姊妹，哦，来度化兄弟姊妹，去做小代志。大人有时人会感觉讲，这小代志尔，我讲输会晓讲道理，那是大代志。各位前辈错了，哦，咱在座足侪前辈者，过去度人度有够侪，哦，那么咱今日迄个是真讲究，咱爱了解，哦，咱爱做一个了解。那么，第四拄着办道叫有任何佛事。那一定要鼎力相助，哦，一定要去扶持，哦，扶持发挥一些实力，扶持发挥一些圆满，哦，所以讲，真诶，咱一定要了解，道的尊贵何在？咱师尊老人员讲，在我们身心里的庄严上。我怕有时啊，看到咱诶，我怕卖讲伊诶名，我搁讲伊诶名，等下就去甲我讲哦，你不要这样子讲，哦，我看到有一个甘肃哦，就是咱前辈者。伊所显露出来，吼吼，他一种庄严哦，互我很感动。哦，伊时常打电话互我面咧，互我接袂个电话，我足欢喜的。嘛，但是嘛是足恐慌的啦吼，就是讲，伊种个庄严，互人感觉讲，道的殊胜，道的尊贵，伫伊心上显露。那么，道的心性何在？在我们身口意的慈悲中，道的殊胜是哪一关地主？拢相信实现的杀德因吼，恶的四恶贪嗔痴，拢以这真理自然内底慢慢解脱出来，哦，这就是伊的属性，这就是伊的心性哦。那么，这是佛学在这点修道观内底所甲咱共同分享，低调也修好也悟哦，啊，就是咱临妙天尊的一些祖训。那么，搁再来的正禅师哦。辛劳，哎，好好卖点哦，因为咱的课本内底有吼，我直接来甲咱分享。辛劳万影，月环总是空，扫尽浮影复生灵。那么这辛劳，咱拢知影哦，伊是一个幻影哦。哦，以前好好哦，无了解时，当作是看风尘假景哦，就真正有一个顶辛劳安尼个对吧？那么还是这个字字了，然后好这个错。这个主角，伊讲接近地面的大气层，因为湿度、温度的无同，光线通过的时阵，伊的骨节还是转反射伊呈现在空中的一种倒影现象。那么，伊这个因缘合向呢，就来甲咱注意一个分享，一个简单的典故，就是讲有一只山羊哦，伊一早起起来的时阵，本来想要去菜园啊食菜，我要去农夫的菜园啊食菜。啊！但是这个时阵，透早爬起，拄啊日头呢，哦，伊刚可能无乌云天，拄啊日头照着伊的身影，伊外头一看呢，看伊的身影遐尼长，拄先下早先日头照来，咱的身影都长。哦，伊讲，哎，啊，我有遮大只的，我唔免去食人的白菜，我来山顶呢，食树苗啊，好。走到山顶的时阵，已经中昼啊，吼，有当离分离足远的啊。走到山顶的时候已经中昼，那么中昼日头日正当中，对顶悬哦照来的时阵呢，伊的身躯煞足白，哎呦，我头搁看，哎呦，啊我来变只细只，安尼吼我无啥大，我应该吼，哎，搁走到咱个农夫的菜园啊，家己偷食白菜，哦，伊搁走搁走，哦，搁走一步，走到一到。这个山脚的时阵，要吃白菜的时阵，日头我落山顶了，开西顶照来，哦，伊的影伊外头一看，影搁足远，搁足长。伊讲，咦，安我嘛是足大只，安我应该唔通吃白菜。各位前辈，非常简单的典故，
这只山羊呢，让伊的仔来影响着伊的行为。咱嘛注意这件代志，咱嘛是同款咯，咱嘛是互咱这新老家境呢来影响着咱的神经。人生当中，咱唔知影啥物是真实的，啥物是环境，不甲咱讲，凡所以上皆是义务。如一切有形相，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状如是观。伊甲咱讲，有形相的物件，就亲像露水，变成短暂，日头照就打去啦，哦，啊，亲像电，闪过就过啊。世间是人真大，但是这是不甲咱讲的，咱拢无清醒的。伊后壁甲咱讲，应状如是观，啊，就是讲咱来探究着有地的真理。什么是真实？人生生死大事，正是上大事。哦，咱自天主一直使人，一时以修身为本，本立伫道心，这那是大事。一切因缘见，如露亦如电。哦，所以注意这件代志，咱来了解。哦，一切因，一切因缘见，动体即空，都是缘起性空的真理。咱来去。相信着这个真理，嘛爱了解了后，咱才有法度人真正凡所有相，皆是如妄，就变成相非常皆现如来，这是佛讲的吼。那么，哦，爱体验着五蕴不空、分空，咱的五种诸缘打破，烦恼障可以断除。哦，咱的这六道轮回，拢互这个人照掉，了解六尘非有，烦恼障可破，所以障可除，无住自在，相觉即现。一定要相信伊甲神主主，不甲即病啊，或者病的呢，吼病的就亲像迄句吼，安尼做，迄个家己用锁啊，病伊迄个封闭伊啊，吼，咱毋通互伊放的，吼。那么生死却已无拖哩，不占因果轮回天。当然啦、啊，咱今日一定要占住因果，而且个经济，而且个因缘，咱才有法度了脱生死。那么在因果经讲，菩萨讲，菩萨为因，亲地果，众生为果，亲佛因。咱人会当成就菩萨，嘛有伊个因缘啊，因为伊信受，伊起心动念的这原点呢，伊会当达到清净哦。那么咱众生毋是拢拄着啊，啊，各位拄着，其实各位前缘哦，咱拄着啥物病痛啦吼，还是？吃喝什么种种因缘，那不是痛，就是咱伫最后一口气要离开人世间的时阵，无法度能达到清净的念头是苦，因为我们没有达到清净，一定会再来轮回。哦，这是苦啊！所以咱拄着就当贫困，如果咱再生，就亲像咱老菩萨同款，佛法以佛法的公公来做一个比喻啊。哦，伊破病十二天就来离开我们。那么这因缘，伊当下心念哦，伊拢袂惊，伊真正拢袂惊，伊甲我讲不要紧，你着老多娘要带我回去啊，啊我迄个当年要来带我回去啊，你唔免烦恼。不再以后，他的爸爸、亲生的爸爸来做比喻，我伊去年要回去的时阵，他很多的怨言，我甲伊讲吼，爸爸了去念经嘛，这病苦，这病苦是你话咧消业的，伊会讲加济业，哦多的前世。有了解真理，甲不明真理的这因缘对照，嘛吼，发一种警惕，吼，发一种警惕。所以咱就爱先吼清净心、相觉而无住心性，这样都占因果轮回。哦，当然爱用着咱智慧业来占着咱轮回这经济，吼，以真心来用功夫，咱才有法度了解着这个生死因果。那么别讲八德树立菩提相，三公五常人人行啊！各位前缘代表，咱拢知这八德靠提中心的力量体，会知咱一等前人的不敢自卑啊！吼，好是上重要哦，是所有凡仙之首。那么本来咱的凡仙龙内，凡仙龙内底都有一种八种的这德性，为什么搁叫咱菩提相？因为咱真正迷失了本心，所有的德性拢沦无。你看即阵的社会，有囝害老爸，有老爸要害囝，这拢已经会五路不分吼、哦。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咧，佛法就无甲人解说，啊，就是咱拢时常听过啦吼。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吼。那么后壁伊佫讲，
真正如灵车照的这八丁普庸修理因准是修天龙带着主殿奉殿归回来无极积极渴望，所以如果要让回我本来呢，我们真的要回归无极是指日可待哦。三公五常人人有，三公就是辅助夫，本身辅助夫妇嘛，这咱也拢会当了解哦。其实有当咱的自心当中，一切三心不内底，其实这嘛是咱的自心当中。本就是咱的原心，心就是咱的六因嘛。咱拢时常互六因做主呢，咱的本心本性怎样？咱就对咱依着咱的原心做主，清净无染，这拢是善念。那么注意这点，咱得修掉三功了。哦，当然辅助夫妇，这是真大的圆满。哦，真依地利性是咱五常，五常之德。哦，咱观世音菩萨五常之德，伊修一个五常，就当成就了观世音菩萨。那么咱注意这点，这嘛是咱本具具足的一个物件。因为五常系由明德所化，主要是五常之元素，明德思维方面。大家记得在明明德哦，咱一定要了解在心明在记记先，这嘛拢是咧甲咱讲咱真得爱去圆满的物件。那么庄严相配永不坏，心即是佛，坐修行啊。如果咱的相配若清净无染，咱的清净发心佛，咱也有法度人透过修持了后达到圆满的报心佛，佮会当演示个千万亿的这应化心佛，各位姐妹，咱的佛心就显露。咱有心嘛，天咯，生迄个家家生活，因为道感会替庶民得道，咱就当家家生活。那么家家家家幸福咯，家家生幸福俩，各位姐，家家家家幸福，大家拢以佛心来应对所有的人事物，那么但愿初心得了幸福。当下就是面对真好时间，哦，当下就是面对真好时间。那么当然，要咱听到这意见，一定要放下咱的分别执着妄想，这是重点吼、哦。啊，这是要透过修持啦。那么他非常的保险，吼、哦，伊着咱，而且观音师妙觉殊胜，少无三心的来做结论，来观个结。咱讲离凡即离，如果了解凡所以上该是依妄的物件，那么咱的心。咱就一息心做主，来互伊定义这内底，莫用着灵感定掉，我们就能够远离愚迷，显露智慧，吼、哦，显露咱的智慧。那么当然，素上明白理想，我上众生上受者上，就是咱的天顶圣地，心无病意见。那么当然，咱的三心的水道扫除，扫除三心的水道渠成。哦，过去心念在心未来心，咱拢无必要执着。那么，伊个以人用三十日功夫来落实，观观自照，尽忏悔，尽改革。哦，一一的先扫三心，当然这有过程啦、啊。哦，这有过程，那么嘛有结果。哦，各位姐来着，一向是学学，而且学习，非常的保险呢。用着咱几分钟的时间，那么最后祝福一件代志。欢喜充满，身体健康，万事如意。那么，佛法不绝的所在，盼望来生。咱最前在地，咱把佛法多多来观摩，好好，谢谢。大众起敬。感谢今天的慈悲，全道提供，坤道提供，我们在这次的两位感谢佛，谢谢请坐下。啊，多咧吼，多时间才无好咧，啊，稍微听一下，当然做到处做到真好吼，所以讲变成是用讲定动作吼，啊，恁进去个这最近个时间的时间再开三几个节，好，谢谢大家，谢谢。Thank you.
拢是会有进步的。所以玉台判决内底有五不精吼，就是讲咱人，咱来到世间就是精气不精。所以为虾米咱会做来？咱若是菩萨富哥来，就是啊。啊，毋过若是佛菩萨去倒种下凡呢，咱每一个人拢常常第一精气不精，因为咱的精气不精气啊，所以爱去遇到这个马体内底受折磨。啊，受磨呢，你受考验，受业报。这就是精进不精的一种的证明，啊，所以咱的思想吼嘛会偏僻，再来的精进不精，住处不精，咱所住的这个环境，我就讲真啊，豪宅啦，外事业处啦，内底何用黄金铺的好啦，其实内底嘛是不精，为啥物？因为人都不精，啊，住啊到底嘛拢不精。啊，咱会记住佛经有一句话啦，随机心精，皆不破精。因为佛菩萨伊是伊拢清气的，所以伊去到做垃圾的所在，伊嘛是净的，伊嘛是清气的。这就是吼相差无同款的所在。啊，咱的目标嘛就是爱看佛。啊，所以住处不净，心净不净，舒服不净，究竟不净，安怎讲起来就是拢无清气的。伊咱的本质后边吼伊有注解。啊，咱。最重要就是家己了解讲，其实吼，咱这个肉体，甲咱的思想，伊其实拢做无清气的。啊，所以咱大汉的所在，其实拢无清气的。要互伊恢复到清气，就是修修德、修心。所以为虾米讲修心？为虾米讲静心？因为所有的问题出在咱个心内底。啊，会用得来吗，老师？由浅入深，还是讲吼，伊来讲加真详细？不善摩田心观论，发菩提心心扎念。在依照佛教的时阵哦，佛教的诶，这个法内底，甲咱讲一个法门，安怎修叫做摩田心观？这个摩田心观吼嘛，有可能是对于咱的摸不净啊。摩田心观简单讲就是讲，咱既然要修行啊，或者是讲咱要修行。咱也有一个不净观，就是讲无清气的。咱爱去看所有的一切物件吼，去了解讲其实是无清气的，安尼咱才袂贪。所以第一不净观就是咧止咱的贪欲，安尼咱就袂贪啊。因为无论咱爱什么物件，其实伊的本质拢是无清气的。这是简单讲。第二就是慈悲观，咱人难免吼，还袂完满的时阵，就是有脾气毛病，会想要发脾气。但是发脾气对咱修行来讲，或者是讲对咱一个人来讲，伊是做大个杀伤，那像炸弹、炸弹安尼，较炸嘞吼，就毁坏，炸一次坏一次。你看咱世间吼，若受着炸弹、炸过的所在，伊迄个炸掉的物件，像拢爱个电来，爱个电器，爱个电福建，迄内底拢是资源的一种浪费嘛。但是咱敢知影？咱发一届的脾气，咱内心的迄个心地，互咱炸过。咱爱过一届休息，一届过一届，其实咱是真正吼，都凄惨的。啊，不过咱看到世间的物件互炸去，感觉都可惜。咱看袂出来，讲咱一届的生气，过一届的生气，一届过一届的修，一届过一届的修，其实比世间的物件甲炸歹去，伊是搁较，伊是搁较严重的啦。为虾米？因为有时阵吼，咱甲炸掉心灵吼，是无多个重建的呢。所以咱有时阵就会自暴自弃，有时阵咱就会放弃家己，有时阵咱就会停顿，有时阵咱就会有足济，甚至讲佫会起真济污念。所以讲，佛家人讲，咱要有一个慈悲观，就是讲，咱想要生气啊，咱想要无欢喜啊，咱爱慈悲，咱爱起一个慈悲的念头。啊，那就是咧积咱的信分心，信分的心。啊，再来一种观叫做因缘观，因缘观就是讲吼，咱爱去思考讲，其实所有一切其实是因缘的变化尔，毋是咱家己迄种执着迄种想法，咱家己想家己，迄个家己解释的，家己所想的，想前想后想出侪了后，咱相信咱家己，其实毋是安尼，因为咱对于因缘有可能看无清楚。
第十在因缘内底了，咱会如痴，咱会做出唔对的决定，咱会讲出来无应该讲的话，咱会做出来无应该做的行为。所以佛在甲人讲，爱用因缘观来对治咱的如痴。安尼，即咱就要去思考所有的因缘的变化哦。因为世间处就是因缘尔，缘生缘灭。所以讲，这老师吼、哦，嘛是捌甲咱讲过啊咧。咱人就是世人吼，是缘甲咱牵掉的啊。一辈子想着缘甲咱牵掉的，所以讲佛在教咱想着，就是叫咱唔好搁攀缘出去，爱休息啦，爱清净啦，爱记得啦，唔好家己去攀缘出去。啊，拄只迄条耳瓜起来讲，野甲全代志。规身躯遐啊，全代志，爱搁处理足侪代志，爱搁办足侪代志，然后搁家感觉家己足忙，其实是足戆的。因为你若莫去遐代志，就免处理遐侪代志；若莫去贪遐侪闲，处遐侪紧，特别遐侪闲、遐侪紧来甲咱麻烦，遐是叫做老人足戆。啊，所以咱人类若看会清楚吼，会起条咱的无耻。再来有一观念叫做观佛观，就是讲，咱爱去崇拜佛，咱爱去想佛，咱爱去研究佛，佛所有拢是好的，伊会当对伊咱人的五见。咱人因为有五见，所以内底太侪烦恼啦，一切烦恼从一个我开始。啊，咱若是当去观佛、去想佛、去研究佛、去学佛的话，咱会当对治足侪烦恼的，治疗咱人的五见。再来是一个素食观，素食观就是讲吼，算咱家己的呼吸啦，喘气，还是做深呼吸的，对这个腹部内底呼吸的，一呼一吸吼，会当止咱人的散乱。所以咱有看到讲，有的人吼，伊安怎想，讲伊就想要想起来，赶紧深呼吸，注意自己的呼吸，然后也袂去是外口发生啥物代志啊，伊嘛袂去是讲要想起啊。这就是修的法门，修内底拢做有方法。这是当时在佛教内底所传的五田心观。啊，那咱亲爱咱的老师吼，拢用这三二心观，全部是简单给咱做一个解决。啊，就是讲，咱亲爱有佛，咱来提出来用。咱拄才知影哩嘛，讲一寡三二心观嘛吼，唔好舍近求远，因为真正迄求人的三二心观是足紧的，法门。开始分析啦，拄只吼就甲咱讲，咱这个肉身到底是安怎？咱来做人吼，到底是安怎？其实咱是不清来的啊，不清起来的。啊，咱做大这个环境吼，嘛是不清起的啊，是欠底是欲界嘛。咱拢知影佛住伫地啊，佛住伫无极里体，因为伊所修持的，伊就是符合安尼，所以佛住伫佛土、佛土。啊，因为咱的思想，咱所修持的是属于安怎，所以咱住伫什么所在，这是一定的。这叫做因缘根本。所以老师一开始吼，给咱做一个简单吼，给咱讲，人这个肉体是伊的质，就是安尼，啊，环境就是安尼。先嘛开始讲啊，因坐听机，这里是看。因世惊机如业力，咱这是惊机的嘛吼。拄只吼讲着啦，咱原底故家乡不是伫遮，嘛是伫内府，啊，所以是伫咱原来的里天，所以叫做咱伫遮是惊机如业力。咱伫遮吼，咱亲像女侠安尼啊，也苦贵铁衣西田，白驹过隙，就是讲咱。活在这个世间，啊，时间在过是紧的哦，时间在过是紧的哦。今日浮云万分思，明朝依旧风阴影。老师甲咱讲吼，咱今仔日到底是咧无闲啥货？咱若毋是来佛堂遮值班，受着约束，乖乖坐伫遮，咱想看卖啊？咱若是无离婚的时间，咱是安怎咧过日子的？不过老师甲咱讲吼，其实咱做无闲的迄吼，拢像迄浮云安尼啊。伊是像迄浮云的变化吼，今日浮云，爱嘛是一种形容词啊。就是讲，其实吼，
伊无出重要的啊。啊，今仔日安尼，明仔载也是同款安尼，叫做依旧嘛。明仔载也是同款安尼，出无用的啊。啊，心内吼无注意的，心内出慌乱的啦，咱讲出赶步的啊，逐工拢安尼做，安尼做，安尼做，啊，毋知咧做啥货啊。伫道场内底做认真做的吼，这还好诶。啊，若是伫咱的人生中吼，一直做，一直做，我老师甲咱讲，咱安尼做吼，到底有捌去甲想过无？我是干安尼做，到底我阁继续安尼做吗？我有感受着讲，人咧做吼，出艰苦诶。就是我，咱人诶性吼，大概分有两种，一种叫急性诶，一种叫做慢性。我感受到讲，吼，急性的人的生活较可怜。我当我咧急，安尼做，安尼急，安尼做。啊，急工吼，你做唔到吼，安尼我落去体会迄种有啥物安尼做呐？啊，慢性的较袂，慢性的较袂吼。啊，咱安尼做，安尼做，师傅甲咱讲，逐工拢安尼啊。啊，老师甲咱讲啊，伊讲用真心当道理。修道办道爱名利，咱若是想要名利，咱爱先想看咱咧做到底有啥物，我一定爱安尼做。啊，我有需要安尼做吗？其实有做侪代志，无一定是安尼，是咱家己感觉我一定爱安尼。迄、那个叫做念，家己的感觉就是家己的思想嘛。啊，咱每一个起心动念，其实我甲咱讲啊，念菩提众生起心动念，无不是罪，无不是业。可是当咱咧听这种话的时阵吼，有感受，但是当咱家己逐天在做这种代志的时阵，咱是袂入去的。咱唔知影讲咱咧解弯咧消业，但是咱一直习惯性安尼做，一直习惯性安尼想，迄、那个弯解掉，伊是愈来愈严重，也变无消弯解业，伊是安尼。老师叫讲修得办得爱念力，因为人生可比一张网。一出去，应付的呀，这里去见你来的老师有讲吼，那来是看老师的修行怎样一块。天中虽碎，树上去，就是讲咱人伫这人生咱的生活啊，啊这个身躯吼，咱想要浮萍安尼飘过来，飘过去为着生活，啊这个苦海嘛。世间这个环境，伊就是一个海，海就是有水啊，苦海的水吼，在咱飘过一边，飘过这边，飘过来，飘过去，叫四散。要么伫北部，要么伫中部，要么伫南部，要么伫东部、东西南北四界，随着这个苦海的水吼，安尼随风逐浪啊，叫四散去。日晴日风松松轻，我说。咱伫这个人世间内底，迄个随风逐浪，逐风随浪，历尽了真济沧桑。其实无啥吼，伊当时着讲安尼会做快活个，嘛无啥吼，伊会爱安尼四界走、四界撞，为着家己个工作，四界用调过来、调过去，或者是讲。咱讲就是无奈啊，无法度啊，迄个是句讲无法度啊，迄是为了生活啊。其实是有法度的，因为伊一切是咱的心，咱的心所选择的。所以每一个人的命运为啥物无同款？因为随着无同款的思想，伊会演变家己无同款的一个命运。每一个人的因缘嘛无同款，因为随着无同款的修持，伊所接受到的因缘嘛无同款。一切咱拢是爱向自己负责。伊只不过是安尼，咱在人世间历尽了沧桑，咱老师嘛知影，所以安尼甲咱讲：借问伊龙为谁落？一旦无常万事空。所以讲借一句话，咱会当去知影讲，咱应该要，咱应该爱否定我们自己的，因为老师甲咱讲：借问姐，咱安尼这么无缘，到底是为着啥？咱怕咱家己有足侪理由。咱家己有足侪借口，咱家己有足侪原因支持咱去做在人世间不可不定这么忙碌的足侪代志。但是老师甲咱讲，其实一旦无常，万事空啊。也就是讲，咱所想的都一定是对的。
不是像咱所想的安尼啦。啊，就是因为咱足肯定安尼想，足肯定家己是对的，所以讲安尼一直安尼做，一直安尼做，一世搁一世，一工搁一工，一月搁一月，一年搁一年，但是真正得到自在解脱，真正感觉足自在、足好命、足安详的、足平静的，天气无变、足笑的，足济。做者缺，迄个缺点做少个，休息了之后，其实做少数个。所以，那安尼家己讲起来，换一句话讲，咱应该爱怀疑咱家己吼，所想个、所讲个，迄种原因借口，你又应该拢是唔对个。因为讲起来是爱分缺点个，不然看到不清楚嘛。所以也借着少个人提醒啊，是咱讲无限制就对啦。无咱想的很侪物件，因为一旦无常，万事空。尤其咱眼前看的底吼，咱即个时势变化，拢已经摆脱过去的习惯性。过去是慢慢仔来，即马拢是会晓鸟，咱想袂到的。噶毋是安尼个，时势演变，真正若无常，万事拢总空。迄个时阵，唔好他嘛，就爱好他。因为咱人咧放下往往吼有两种，一种就是讲憋憋啊无放下，快憋憋干走头无路啊，我都啊很放下。佮一种就佮你摸着啊去放下两种，啊当然嘛是家己体会着去放下较好啊。佮你放憋着才放下，家己体会伊的时候也是一把眼泪一把鼻涕，伊也是无做的，也是用憋的啊。是环境所逼，有名所逼，时势所逼，所以我无放下面子。但是若家己体会放下吼，迄是做的，因为迄是道嘛。啊，若互逼着啊，时势逼着啊，种种的业障逼着啊，才来放下，遐就自然的，遐袂代表咱真正放下。有一天咱若得得意的时候，可能是搁真着啊，搁骄傲啊，爱毛病搁起来啦。啊，所以讲。放下是有几来种方式啦，啊，上好的放下就是因为明理的放下，因为了解的放下，安尼迄个是真正最自然的放下。五牛飞人，确实啊，在世间咧煮黄粮吼，煮一煮，啊，哪怕讲做一个人啊，黄粮伊忙，啊，毋过咧煮迄、那个。黄粮，我唔知影黄粮的代意啥物物件啦吼，就是一种咱会食一个类似滴个，伊毋是饭，其实伊嘛是饭。人其实在世间以前拢是饭啊。老师就讲啊，人生只不过是人生是一出世，阁是平凡嘛。只不过咱无了解的时阵，在梦中做梦，在戏中阁做做出来，阁较长个戏。所以老师甲咱讲吼。修得这人生，真真假假爱知影，唔通像演戏看电影说，迄戏嘛一直写一条，一直写一条。即嘛吼，天天上面作用啊，咱的戏就是安尼写的，一百集、两百集，若阁有人要看三百集、四百集，拢继续来演落。看电影说啊，啊看咧戏。真正是超级歹看的哦，啊！但是咱超级爱看，超级动心，这叫做白嘛，这叫做白吼。甚至个都会讲戏出啦，因为白就来安尼。啊，若醒的时候，我靠，这种戏真正，啊，不过咱爱怎样，咱本身嘛咧观众就是讲卖去看啦，因为迄戏计是咱咧观众要做做无好看呀，所以咱爱去比较欢喜啊，知足轮回，迄才是精彩。继续安尼看，无论咱伫世间外头啦，伊拢是一件足歹看的戏，足歹看的吼。伊其实是人啊，爱痴事真却是空，就是讲，伫咱内心内底，伫咱所想的内底，因为是真的番物件，伊有可能到位啊，拢空空一张网。咱若是甲真心、甲感情。放在你内底，后摆会换着绝情，用咱的真心去换着绝情，咱的心内会足疼的哦。啊，不过嘛，有可能伫迄个时阵，咱会醒。哎，迄嘛是醒着放问啊吼，是在人的啊，所以我无定啊。啊，不过可能甲咱讲，这是种较好，这是种较快活。
因为咱拢知影，咱是要较好个，拢买下较歹个物件。人是安尼哦，所以讲，这其实是贪，其实是懒。你来看，有形中道无形化。咱在人世间所有一切，自福气一位开天，到甲咱个三好五个，到甲咱整个个事，咱所知影有记载以来，到甲今啊，这一项无化掉，这一个运动咱会走个。有这一项物件，伊无待伫土下底，待伫海底，待伫山下，拢总不见了嘛。所以有形有相一切吼，到到尾啊，伊终归爱化入无形。啊，就是讲，有一间一定会怀心思怀空。那像咱两个肉体嘛，是咧行这条路啊，先弄变数。无有相的离开这个环境，绝对无的。啊，所以讲，咱若是把咱的理想、把咱的目标、把咱的成就建立在有形有相的顶端，伊到尾啊，拢总爱化掉，伊无实在。咱的成就到尾啊，嘛是流产哦。这是老师来讲的嘛。所以，咱真正咧爱追求的，咱的目标、咱理想是。这个救援涅槃，这救援涅槃是咱每一个人的理想嘛，也是咱的愿念。啊，不过救援涅槃，伊的这个法门，这种圆满的功夫，伊是超实性啊，就是讲，伊是离开所有的事，离开了一切的声尘的。空性尼甲咱讲，空性尼嘛甲咱讲过啊。佛性安尼讲吼，由意识见悟。以音声求我，是人听声得不能见如来，不能见如来的。但是咱现在咧表白的，有可能拢是在舌内底，在声内底。啊，你的路线伊是偏差。啊，依照逻辑来讲啊，空性你嘛讲的，声色之声色之物以化于外呀，上天之在无声无有之。就是这种的法门，那个真的来想的，就是这种的法门，因为在有形有相的，伊到尾啊，拢总会化掉，伊拢总会毁坏，伊拢总会互咱做失望的，所以咱赶紧把握咱有生之年，在救援涅槃这条路内底，伊是无形无相的，伊是无情的，伊是无形的，啊无声，拢超越了吼，在有形上咱所界定的价值观，咱家己在建立在有形有相，其实你内底无真正价值观内底，所以叫究竟要传超实相，啊就是讲吼，咱内底有形有色。有声有感触的这物件内底，要做文章啊，要研究啊，要用心啊。因为迄到尾也是互咱失望的啊，伊迄毋是真实的啊吼。老师一开始是甲咱讲，咱人世间吼，伊一个时尚是安尼，人世间通拄啊，通拄啊做过文章吼。是老师先甲咱介绍讲，咱历史以来在思想上所想的歪，在咱日常的言语内底所咧标榜的歪物件，咧关心咧，就是讲三句不离本行的，是不三句不离本行哦，其实是重要，就是讲一个人的思想内底，伊所想的是啥物，伊所重视的是啥物，伊所讲出来物件就是歪。那是就讲，咱开嘴就是拢会想得到啊。这个是这样老师的好处了，因为三句不离本嘛。啊，咱若是开嘴，他讲拢是咱的囝代表讲吼，咱是好妈妈、好爸爸，因为咱三句不离本啊。咱所讲的，他讲也是咱的生意，安尼咱就是一个做好的事业家，因为咱把咱的生意事业放伫咱的思想内底，所以三句就无离开啊。所以讲。有观察一个人咧讲话，咱会当了解讲伊内心内底，伊到底藏的是啥物款的物件。
伊咧想诶吼，伊是咧想啥诶？伊是讲话吼，第二就出咱诶，阿哥吼就是老出咱诶脸卡，也变成安尼。或者是讲，一个人所穿诶啊，伊注重打扮，甚至讲包括所喜欢诶色啊、伊诶物件，其实内底拢有机可循。有诶吼，绝对会露出马脚，人研究有啊，伊会安尼。啊，老师就是甲咱买物件，拢讲讲。伊就先甲咱原底，感觉讲价值，感觉讲成就是伫这个世间内底老师哦，先把我们否定掉，其实不是安尼，伊是帮，伊是看，真正物件是在救人一块内底，伊是超越咱所想的物件，即卖开始就讲咱的道场来啊，才讲道观修班自现起，才不自个意念明，因为老师怎样讲。咱伫道场内底呐，拼一段时间啊，咱会骄傲，所以自高。咱会看世间的人有可能，就是讲咱会去分辨啊，其实是会分辨。你刚才分辨了，咱会感觉咱家己较高贵，咱修办得较高贵，还是讲咱做了较侪，咱较了解家己的自高。老师来咱讲吼，千万唔通安尼想哦，千万迄个切勿嘛。切切就是讲吼，出去嘞，赶紧嘞，出重要诶。先阿母就是讲唔安尼，唔安家己自个即个念头生起来，唔安。因为人无论到啥物时阵，无离开一个原则，就是爱强念。迄只有功德，因为咱知影咱若特有这种福气啦吼。咱有做呾，伊个有做个，伊若讲吼，就是讲。内心欠啊是讲，外形依赖是假的话，啊那安尼真正功德哦，一定是欠啊，一定是欠伊的。只要那是自高起来了，感觉家己高吼，安尼就无功德，功德只讲有功德嘛是少的。啊，所以老师一看就看啥物毛病伫倒呀。啊，所以讲哦，这种内心内底，我后来感受讲，老师咧讲这段话时阵吼，是真正。真真正正，互咱吼静落来去看家己的想法，咱观照一下，把遐物件去除掉，安尼咱才会讲吼，真正进步啦吼，进步。而且你看，讲安尼的老师的有一种，他是有延续的，心情累积，功德待，内心破解即天年，就是讲。为什么咱在道观咧上班，啊，咱到尾也会自高？因为咱感受着讲吼，伫道场内底咧修道办道，咱伫遐足辛苦的累积，啊，足不赖的，啊，甲饭食苦，啥物苦都甲饭食，啊，真正足不赖的，无怨无悔的，所以累积的功德真正有大，啊，因为功德大，毋才有资格通咧骄傲，敢是安尼？啊，功德无大，就毋敢骄傲。所以这是人的劣根性嘛，啊，不过老师就给咱提醒，无安尼，唔通讲你这功德真大啊，啊，咱的心内底，老师问讲，咱的心感觉咧记家己讲吼，咱即摆咧做吼，已经是有偌济咧待到位啊，是到第几品啊，啊，有啥物即个地名无，即个名内底无，那像我拄只个时代，我咪讲吼，很多人都认识我们。是够出名的嘛？吼，对呀、啊，足侪人拢来你遐注意的呀、啊，足侪人拢来你搁看咧创治我嘛，足侪人拢来你看在安尼吓惊我嘛。咱就尤其愈出名才愈注意，愈出名爱愈嫌伊，因为自古以来吼，功德愈大，愈出名啦，遐人吼拢是嫌伊的，拢想要兴隆安尼，见修不见闻。所以讲，这老师来给咱讲安尼啊，咱家己内心内底吼，刚好拢在记这啊。这继续老师讲，不着功德金利量，就是讲，咱虽然在道场内底安尼为着兄弟姊妹，我是讲的为度三者的众生无迷哩，无迷无哩啦吼，啊为着咧救众生。虽然遮尔辛苦，功德虽然遮尔大，啊，不过咱唔好去着功德。
因为有功德了，就功德果，有功德功德变更深。有了功德了，放下功德，那个功德还是大。这个逻辑我们要永远的记在心中哈。卖去特别功德，只是讲感恩所引起的，再当化作仁义的一种念头。而且这种仁，这种义吼，伊是落在无形无相内底。伊是无任何的，是无任何原因呢？是无为什么呢？是无因为安怎我才来做安怎，拢无啥物件。因为在苦菩萨咧救人吼，伊无啥物原因啊。何为个啥话，我才来做啥话？这是头啊，小小的看问，咧鼓励迷失的人安尼做，所以讲为着啥来做啥。当他进入大仙菩萨的看问了，就无咧为着啥在救，在做啥话啊，就无有啥物件。啊，咱总是爱一天比一天较进步啊，一年比一年较提升啊，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啊，所以讲。第三心造四想，这是菩萨的法门，啊，就是讲发心要进入菩萨的法门内底修持的方法，的方法，因为菩萨是爱教你做，是讲当有功德了，是该转化一个念头，甚至到尾啊，含愚愚痴念也无啦，伊是做自然的哈，所以咱看到大自然内底最重要的空气。那无空气的话，啊，但是咱永远不知影空气生做安怎，那是安尼，是不是？咱无感受伊的存在哦。其实这就是道，咱所有的修道、的行道、了道、正道，得伊的滋味就是安尼。到尾啊，家己吼真正无感受，就已经融洽啦，还是上自然的，上自然。即刻消化，达至见，安尼就是消化就行啊。所以说咱千万不要打着要超凡入圣的旗帜而去做这个吼，也是交法相同款的代志，安尼是无理智的啦吼，啊，就是讲讲随俗的同款啦，看起来无有啥物特点的所在，啥物？因为在内心的境界上，若无好啊，经过一番修持，咧摆脱咱历史以来的习惯性，是无遐尼简单的。因为若是遐尔简单的话，花家柳巷拢会当成真；若是遐尔简单的话，人人温者知金嘞，嘛着趁机毁誉，力衰苦乐来遮八方切看卖听，八方去看卖啊，才会知影讲吼，每一个人的修持是到倒位的，或者是讲去考看卖啊，去考验看卖，或者是讲。这个考验是咱家己吼，因为修持了而且所招来的因缘果报也不一定，但是内底拢是要咱进步的。啊，要咱真正进步，爱进入大心菩萨的法门，大心正宗的法门，这才是真正上界一步万里，真正有价值的一种的，一种的转换啊，一种的转换。那是到一段，还是拄只一段？讲到咱在道场咧上班，啊，功德确实是有大有好，真正做足济，啊，嘛做认真咧做，啊，嘛是有咧做，啊，但是把我们所做的那一些放下吧，不要挂在口头上，因为挂在口头上代表的都是放在我们的心里面，安尼是无堪的，安尼是有对的啦吼，老师讲过啊，无对，不要做功夫吼。啊，再来，咱继续讲一个小啊来分的一个老师讲内底那种言一段一段。再来，老师哦，开始针对咱个心内底咧讲，因为咱咧想讲，卖去钓，啊，要安怎无钓啊？啊，要习惯啊，要无钓，爱对咱个内心内底下功夫，因为修德是修心尔嘛。咱个内心若无消化，要互咱在言行举止行动，讲要有消化，有气质，有德气，有灵气。身心灵它是很超越的，是很完美的，是很高超的，还是不可能的代志啊吼！因为咱所有外在一直是咱内心演化出来，啊，所以讲既然啊在咱外在内底，要爱老师要爱咱，莫有着功德，啊，莫有感觉讲家己莫自个，就爱对内心内底讲，所以老师就甲咱讲，这个内心内底有啥，伊甲咱讲。海星之
是意念。迄、那个意念吼，伊有教来讲，佮有讲啥物？五八六七个一站啊，就讲吼有五色、六色、七色、八色安尼吼，我着无讲明仔听，就讲简单讲，其实是安尼想法。伊伫咱内心深处万载，唯有就是讲吼，明仔个人看出来，或者是讲吼老师知影，或者是讲佛菩萨上天鬼神伊感应会着，在咱个内心深处，或者是讲有他心通个人伊嘛知影。啊，若无在咱个内心内底迄个意念吼，无人知。啊，咱着家己想，家己着，啊，在内心的深处放了很多的东西，啊，咱着无扫心不然嘛吼，啊，着家己坑诶。啊，老师甲咱讲吼，伊着学海安尼，伊是菜，所以叫做吼心菜。咱拢是惊菜诶，但是咱内心内底敢有咧吼，甲菜啊是吼出大诶。小菜甲饲到比大菜，有呢，真正是有诶吼。啊，若无咱着好收啊，咱日子嘛好过啊。啊，咱即个脸相嘛去水诶啊，拢嘛会吼安尼。就是要讲内底着是有到位的啦，有道理吼。黑黑上面作用嘛，啊，咱先于中，行于未啊，必然是安尼。啊，唔可吼，咱即马是讲听老师的，咱想看卖啊。海心之菜是意念，咱咧起起落落，一个念头，一个起心，一个动念，咱敢有去也去注意的？咱敢有去了解咱家己的？这是重要的呢。咱若是无了解家己，咱若是毋知影，我会起这个念头，我若毋知影，我这个念头是对啊，毋对，是为虾米来安尼想的话？安尼想起就不得理呢。哦、所以这叫做喜心不离温彼的感悟嘛。老师讲啊，海心之菜是意念，咱爱借由喜心不离温彼，温彼才会当防止这个菜在咱的内心内底出怪，而且袂害人哦。起念不生心烦愁，是讲咱爱起心，咱唔通哦，家己放手，家己愈起愈大买。愈想愈对，愈感觉愈对，然后吼，随讲出来就是非议啊。随讲，其实家己人生唔对呀，随讲讲唔对，安尼难免咱会追得扯不断呐。啊，追得扯不断，当然咱就贪贪吃吃啦，敢是？咱的妈宝得起的愈多呀，安尼咱也当怪书办得无保密，咱也怪书尊书母无自卑，其实拢是安尼嘛。这个道盘实在是太好的资源啊！我好一届，他是地心在道场内底，我拢感受讲，这根本就是一个天堂嘛。这根本无论讲咱即卖所伫个位置都差啦吼，真正差。差到有时我感受讲，就想要笑的对啦。我听吼，伊不是困在这边啊。拄只咱前日咧讲一句话，就许笑来讲，咱遮就是菜市场，咱遮是道场。还是在菜市场要看物件，唔知影要卖物件，再大细声。咱只道场吼，甲会安尼，伊讲啥物叽叽喳喳吼，真正好来听吼，迄声真正是安尼，吱吱喳喳，吱吱喳喳，吱吱喳喳，甚至人开班咧吱吱喳喳。啊，上个有重要要紧讲讲的面子就对啦。是讲吼，你是用卫生纸袂去摕啊？你找个地皮啊，袂去遮喏，莫赶紧讲讲。咱人的习惯性就安尼，啊习惯吼是无好改。咱若会当改掉咱的习惯，代表咱地位是足悬的。咱迄个电影买头钱也足好个，啊若无是无法度个，是无法度吼。所以讲，咱就爱坚持。啊若要坚持上好的一个，其实迄个当做个袂足困难啊。按我讲袂困难嘞，咱只要以后吼，他甲你讲，我礼拜到佛堂，我嘛去讲话啊。啊，大家拢安尼想嘛吼，我嘛去讲话啊。因为讲囡仔咧，我走掉，因为囡仔你管无干，你拢毋是囡仔啦。上拄只讲话讲，咱拢坐火啊，较坐啊，对不对？咱就真正是有一块年纪啊嘛，在人世间嘛经历了真多沧桑啊。咱做人的阿公，做人的阿妈，做人的妈妈，做人的姨婆，做人的啥物姨婆，做人的啥物人啊？咱应该是做简单，是讲，咱起码你来负责，我慢去讲话，
啊，若咧讲传出去外口讲，啊，咧负担内底就轻落来啊嘛。其实这嘛有足困难啊。啊，但是因为咱着要去坚持，啊，无养成习惯了，啊，继续安尼。啊，因为啊，到尾变班吼，就愈老咧，开始采购了。我那几斤啊，我那几包，什么菜了买回来吼，咱拢已经习惯去啊。啊，我有时咧看，敢感觉足古锥个。都是啊，不过就爱麻烦别人起来才话较大细声安尼尔嘛，不啥物吼。啊，连工啊，搁有诶无，嘛是爱家己咧收收啊，敢是安尼？啊，所以讲咱应该较谨慎咧，啊，想一个办法就好啊嘛。只要我若咧来教辅导，我拢无爱咧讲话啊。啊，是讲咱若咧讲话时，咱用一个标志好无？咱即马学一个少年人诶标志来看。但是我感受到讲吼，咱的话特别多，其实是因为咱特别有道，特别有一个道啦。不是讲咱有修持了，有下迄个道，是因为咱有这个道的物件，咱的心拢感觉讲做慈悲嘛。啊，做慈悲就杂插啦，插这插了咧，共讲啥，所以才有遐侪话啦。啊，所以讲慈悲爱放着所在，慈悲嘛爱。丢了出咱的地名，安尼咱就不有跩毛病啊。是咪安那？我们就慢慢的互相来勉励，咱慢慢来坚持。因为这吼嘛是咧咱修心的，其实这是咱修心的一个大目标嘛吼。我咧感受着讲，含去来到佛堂吼，讲话是无讲，阮就想袂好势，咱想看卖要安那爱伊哦，伊同意要安那在探亲戚去一下时，要安那在无下时修得唔对，要讲。坚持迄是嘛是无可能的代志啊，看是安尼。啊，所以讲，人讲吼，哎，小事在做咧，好讲啥物轰轰烈烈的大事，不可能啊！真的，咱若是我无管咱这支嘴啊，吼，看要搁去管啥话啊？啊，我搁换一句话讲吼，咱若是无法度约束家己的思想啊，看要安怎去求众生啊？啊，袂求真啊，一求啊，搁着不优质啊，是不是啊？其实在咱的话讲，一般英语讲英语话嘛是高时间吼，一满宇宙嘛，相接入火坑啊，实在是因为安尼啦。咱家己吼，目睭爱闭哦，较紧的来，你来坚持，小习惯来个改好起来啊嘛。尤其是，像拄讲咱的前任啊，咱点传输咱的命令是像安尼讲啊，啊无咱嘛互伊民主起来吼。咱来较慈悲，咱为着家己想，嘛互人民主一个好。若是真正吼，有一个时间性啊，真正一个重要性啊，啊无嘛，互江苏一个民主，一个江苏徛伫遮无吼。听讲若要起来遮，拢爱紧张啊，无面啊，有话无咧，啊，互伊民主一个安尼。卖讲我之前嘛，感觉讲吼，真正下底做老底会着着。迄若是江苏较够起心动念的，全规个拢飞去啊。这其实也是一个无关的，这其实也是一个故事。我还有感受到讲吼，迄时阵是若当咧发生的时阵哦，伊有一个特色，就是讲伊听到伊是做认真的，真正的。啊，咱是老人才啊，或者是讲咱无做老的人才，或者是讲咱是新人才呢？咱应该拢经过时阵，是咱这个认真吼的心吼，毋好去耽误家己。咱既然这么无简单，我也嘛是讲个功夫。其实来讲吼，就是要听道理的。那安尼坐入来，宗旨就是听道理，无其他杂事。他杂事吼，下课的时候再处理。咱总是爱拿捏个方式嘛。安尼是咱修心的一个关键啊，嘛是丢了出咱修心的一个功夫啊。爱有心，才会消化解业。啊，无咱当想讲要消化解业，啊，无要修安尼个业嘛袂消啊。歹命，因为嘛歹命，迄个是因为嘛，迄个是伊是无可能会改变的，所以讲咱爱坚持。老师讲吼，咱爱坚持呢，想讲咱为虾米爱讲话，因为咱心里感觉讲安尼啊，啊，迄个是意念，啊，迄个意念就是讲，有时害咱的查某，咱是讲，我先头来改讲错的认真，为虾米？因为我的意念在，我讲我先来赶紧来甲讲，我先来赶紧讲一句话，啊，其实就咧害人啊。
这个叫做海心积贪起意量，啊，无其实心是做想要精的呢，啊，唔得意量吼，会当安怎？清净经就讲啊，清净经就要讲啊，那想讲手啊吼，伊想要精，啊，唔过风能办伊煞，敢毋是？手欲精而风不济啊，因为伊有哪哪杂杂嘛，咱想要修心，唔得意量。咱历世轮回，咱无经由好好的修持，伊会放咱出来。其实咱嘛知影，咱讲话是无好的，咱无乖是无好的，啊，毋过爱有功夫出来修嘛。啊，上其中吼，老师甲咱讲爱谨慎啊，爱谨慎。气地色性修自我，啊，所以我讲到遮吼，就是师兄咱会引用的一句话：爱会开悟时阵，毋好相信家己。这个叫做咱的心意识，依顺发财的功德。所以讲，无论咱累积了偌济发财功德，只要咱的心意识，若是搁要继续安尼的话，咱做得富堂的老，真正做得富堂的老嘛吼。所以老师为着要救人，甲咱讲，迄个爱，迄个爱去放弃掉，迄个爱去丢掉，啊，袂淡掉，改淡掉，叫做放弃，迄个爱着放弃。咱啥都蛮放弃，但是色情爱较放弃，爱转色情为避讳，爱甲关起来，爱甲关紧闭，所以一个是闭，然后出来遐乱乱说，你若老大，你嘛拖屁会倒咧关呀，对不对？老大，咱来互伊伫咱这个台湾倒安尼乱乱说，啊，咱内心是买做大买，迄个甲关起来，迄个叫做意念。人相信伊个，不但人家相信，爱搁甲关起来。啊，若安尼有想看卖啊？你无讲话，你安静，简单嘞嘛。咱若有一天吼，表现到要互真人看着惊嘞，讲哎，今仔日我以何性命，我都敢开这安静啊！你若拢无想要好好啊表现一下？咱先表现一下吼，所以点凡事拢惊着讲好，今仔日真正有歌起来才甲咱娱乐。啊，咱想要着要成功啊，踏出成功的第一步啊嘛，敢毋是？啊，咱若发讲我一定要成功，我一定要超新元素，我一定要超万入线，我要度人救人，啊，另外着规开始是讲，啊，有诶无啦，外口就是环境本身，食果子乌白人吼，真正。安尼实在吼，是准备先过高水啦吼，不要这样。所以，我唔好家己耽误家己啦。咱话要救人呢，啊，有时阵拢要耽误家己，啊，我讲要救人度啦吼。咱若迄搞的，就是搞的，也是袂通切啦吼。是感觉讲，安尼是要救谁啦吼？先救家己吧，先救自己。吼，我唔要讲遐心结冻啊，心结冻，吼，我家己嘛是等下去互家己害着。众德之人是聪明，真正诶。为虾米人甲咱讲咱爱欲无？因为唯有大智者才有法度欲无啦。啊，聪明者吼是真正恰恰着诶啊。啊，伊是咧种来咱吼有先德诶一个。贫哦，就是一个障碍啊。贫就是讲一项物件，甲咱禁住安尼。迄项物件就是啥呢？就是聪明。聪明才化作咱的业力。因为愈聪明的人愈无好讲，聪明的人会相信家己，袂去听别人的。真正的聪明就这么可怕。所以讲，咱来听一个过来人的话。咱若听一个有经验的人的话，迄个人叫苏龙呵。伊讲他人先祖蛮聪明，我比聪明无一心。真正诶，迄聪明要嫁互我嘛无可能啊！聪明的人有这些想法，伊会做相信家己的，啊，这些执着的，这些有为的，别人的只要要家求啊，伊嘛不爱听。啊，所以讲人讲吼，聪明花比。聪明哦，真正是安尼吼，啊，所以讲，迄个聪明来自于哪里？其实伊连贯个咧，咱对甚物个想法，
愈聪明啊，你想法愈多，啊，就愈无好教。愈聪明的人，甲咱安尼经历来背愈多，性分爱背愈多，为虾米？因为伊聪明有百难四种的聪明，就爱用迄个百难四种的法门来治，才治会起来。所以聪明的人吼，百难四种的法门拢爱滚瓜烂熟，啊，若无一定会互家己害的。因为咱较知影，咱咧背啥物件偌重要。咱若有背的时，咱一个念头起来，虽然讲古即个唔对，像讲佛法吼，会去背老师的忍辱修道嘛，欲度万劫的忍辱。你若咧生气啊，就一定想讲吼，生气一道真，生气引斗争，所以忍来慢慢生气。这叫做发咧度众生的，因为一个咧生气的心里叫众生嘛。啊，一个法门叫做老师的法门嘛，讲你若生气吼，引起别人甲你斗争，会搁愈严重。安尼随吼用法，还对治吼，咱内心的众生安尼真正无代志。所以讲，咱若要卖啥物件话吼，其实咱真想气啊，袂去想讲啊，搁有啥物法门，还是搁老师讲过啥物话题。所以讲，咱一定爱背甲做实做实，而且是诚心的。安尼，咱才有法度用法来度咱的众生。啊，若有法度家己的众生，我咧救度众生，那是水到渠成的，那个很自然啊，那个也比较好做，吼、哦。这段内底其实是一个枢纽啊，吼、哦。老师咧讲四想三心爱少如雕白雀，这四句话吼是一个最重要的物件，因为咱往往不得已，咱往往吼会搁讲唔对，做唔对，还是你先了做不好的物件，其实这四句变成的啦。因为咱唔知影讲海心之菜是意念，唔知影讲咱的真心，唔知影讲咱的色心爱家己干掉，唔好家己耽误家己。咱一直拢相信咱的想法，相信咱迄个是巧的。其实伊是咱众多疾病。所以我有种感受吼，奇怪呢，囡仔吼做古锥的，因为囡仔就无很聪明，囡仔就是无知的嘛。所以囡仔大家教啥，伊就是学啥，对不对？就是这意思呢。咱即马教有可能甲咱教啥，咱学啥。对呢。那个会变成咱拢咱敢知？咱甲咱教啥，咱无想要学。就是安尼。咱会算呢？我要学啥，我也无啥。啊，我啥要学啥？学啥我较爱学啥，我较不爱学啥。我要学啥，我也卖学。囡仔是拢袂，因为囡仔内底无啥物件。伊个内底有个一个天真的流露，所以囡仔上水。所以为啥物阿公阿妈特别疼孙？其实内底嘛有原因，迄代表阿公阿妈吼，伊是爱德的。因为迄孙内底吼，佮有德的滋味，所以特别爱。袂爱家，袂做爱家己的囝、祖囝的，做爱的是家己的孙的。含饴弄孙，那个里面是有意思的，代表说我们喜欢的还是道啊。那这样子的话，就把道找回来啊！那应该学咱的孙呢，哦，咱的孙该教啥拢学啥，咱就爱学。咱伫道场吼，咱教啥嘛学啥，莫应现者，莫现者想法，莫甲讲了我无法度，我无法度啊！你叫啥？叫啥？你少年的我老啊！这其实拢是害家己的。人讲吼，食甲老，学甲老啦，老佫愈爱学，老爱比别人较认真学呢，敢是？啊，为虾米讲较侪话咧学物件较慢？拢是咱物件害去的啦，意念啦、啊、色心啦，拢是安尼尔。啊，这内底吼，遮宽三宝心嘛，要咱对住咱物件，所以才讲爱修啊，爱有三宝心嘛来修啊，吼，要死死的默念，死死的二目守穴，是这个样子。君子行为不得公平贪图方圆上。即马老师讲一段完了，开始讲对咱的行为修持，是一个君子待人，要安怎去做啊？就是讲，咱唔通交拢是讲共款嘛，拢安尼想要世俗安尼，做俗气的，安尼迄是君子的行为，毋通落在世俗内底。
平坦荡，是方是圆，拢总爱细细正正。即人爱好啊，恁有道理。咱好啊，甲咱听袂道理，记在咱的思想中。咱的思想内底，愈有愈是有真理，就愈无世俗的物件。像讲一个讲师后尾上讲解，伊迄几届就较真诚的，伊就较唔敢乌白想，伊拢爱想道理，就即个意思嘛。啊，咱若是会当袂认真、袂信、袂道理，安尼咱就袂伫日常内底去散乱啊，对袂啊？爱咪散乱嘛是世俗的习惯，这种习惯是爱家己去补的啦吼。老师今麦就来要教咱一部功夫吼，迄咱时常拢咧讲的吼，触底心动理验书。如果心智讲方言，就是讲咱修办道的君子，大概知影一种修办道的火候，就是讲速记验言啊，心爱佛法验书了后，咱就去处理。就是讲，这就是讲吼，有代志要处理啊，咱就去验书去验。但是当代志过啊，咱的心爱跟吼。在无基础来的，这就是二目所选的功夫嘛。然后咱迄个心功啊，佮因住在咱的修炼书一起的所在一个基础，这个叫做根基的修行，这叫做咱修炼的一个功夫。这咱伫头前嘛有讲过了吼，是讲，咱做做咱应该做，咱应该做的时阵做，但是当输过了，咱的心。是无任何的物件，爱恢复到纯净。迄、那个功吼，先功爱回归到因自在咱原本的本来的基础。安尼叫做吼，即、這个文字的行为，即叫咱修办的文字的行为啊。所以讲，即叫做一道一千五十的，在中间内底有道的流落平台的。这是老师过来去听我讲，所以咧，这比如我是讲讲啥物啊？为虾米老师来咧讲这项？因为咱人吼用意就是讲做做咧吼，做了有可能心会跑，啊做做了心都袂定，心都袂定的，心都袂记落来，会安尼。哎，这道理都侪，啊不过时间都有限的，你敢知影？吼，我有二十几下咧讲咧，啊所以讲吼。我要讲较紧，好，即卖老师来做比如啊，你看，咱讲要学道、要修道、办道，咱着去观察在天地之间所流落的道是安怎。如果亲像迄风吼，即字叫做台语叫做“塞”啊，“塞给”的“塞”，啊，若国语叫做“踹”啊，吼，“踹”。谢谢。那是上个风吼，伊吼，甲伊竹竿咧吹过了，啊，伊个竹竿吼，伊就安尼伫遐发出一种声音，叫做竹竿声啊，呵呵听个竹竿声，迄叫做古早声吼，伫市内咧无人听啦吼，迄是山丘的声音。啊，毋过当风若走了，迄个竹竿吼，就迄个竹竿个就无声。这个叫不懂得啊，所以讲，咱在修行内底吼，有一项最重要的功夫，叫做静最重要。啊，不过你静爱先知止，知止如何有定啊？啊，定如何有静啊？定静安住的开始起来起来。所以止住就很重要，止住止在哪里？止在大。啊，止伫得都是安尼甲咱讲的，都是安尼。风若摇底啊，吼底啊，伫遐生衰个；风若去了，底啊是无声啊。咱同款嘞，咱代志做做了后来无声，无声啊。安尼讲着，讲着用啊。人讲天公立地得个地来，啊，若做做个声音一大堆吼，讲着扣掉就济啊，有扣掉去啊。啊，搁一个比如，那花伫迄个镜中安尼。行到烧落，好行内底的花哦，水啊！但是当花若去的时候，镜中嘛不留意。伊这是讲咱的发生地
坚强呢？确实坚强吼，爱让伊亲亲台湾囝儿，先亲亲啦，看唔见再去改啦吼，无要紧啊。安尼，咱再咱摆脱日时轮回，咱日时轮回啦，这连失声响鸣触发太济啊嘛。啊，这属于人世间的物件，咱即马修完了，有后天的翻身的，这物件会来去丢掉，卖去老啊，卖去饲啊，卖去饲啊，哈，这是老师哦，一个比喻。凡夫则办三遮事，看来天职并非虚。凡夫一叫要办理天职吼，办理三遮，其实这个大金丹，为啥物讲这个大金丹呢？因为这个大内底有咱的修德，有修德了才才办得。哎，咱修德好好修，所以这个大才会办。咱修德若好修，发生讲咱若菩萨，咱如果过来要办得，才会歹办。这简单的代志嘛，好菩萨就是度众生命，因为咱家己的心，搁是众生心足济，搁咧度众生才会足重的，是因为安尼。既然若是安尼，只要咱内心得捡咱的内心的众生，安尼来就好办啊，就好办啊。啊，所以讲这大吼天职，大义的原因是出伫遮。所以头前老师甲咱讲过啊，吼，你甲咱先讲啊。那亲像。人生所重视结果，无容盼望在修行。人生要有一个结果，来到这个时阵吼，叫做三期末劫的时阵，是咱要建功立业的好机会。但愿拄只知影你讲话讲，伊的原因就是要一世修一世成，咱大家拢有听到嘛？这是结果吼，啊，咱大家拢盼望。啊，像这些人，伊的伊种限制吼，就是讲我起码就发了话事，我知摊钱了，第安怎样？我知方面会涨吼，第安发价话好发到不是安尼，是看伊咧生几岁出来，这较重要，对不对？你会涨吼，这细会涨，不要紧，这细十岁、十岁拢做水安尼就好啦，唔免着发价话话涨，忙发价哦，安尼落到结果还是水着无生，嘿，这是人讲的这种方面，无爱啊。所以人生所重视结果，不在长短。是因为这个样子，这老师开始就开始在改，开始在发问啊。日子创业，艰辛的艰苦，艰难困苦是点点。这样子看来，知影老师在讲啥啊？因为老师开始在改咱讲修业啦，因为守业方比创业难。咱安尼这样子打拼，安尼做，安尼修，安尼办，来到这个时阵。经过的艰苦嘛是顶顶一塌塌，啊，结果要安怎？是这样。司机有心爱珍惜，秀子持子正经经，是真诶，正正经经诶。若有法先过老儿，来好啊珍惜，啊，秀子持子好啊持秀，好好啊秀持正正经经。因为若无失去的人吼，伊毋知影失去的宝贵啊；若无拥有的人，伊毋知影拥有的价值啊。啊，所以讲，既然咱有拥有啊，咱爱深入去知影讲，咱个拥有伫哪里？咱心在的牛奶的立足之地，它是非常不简单的，所以要爱正正经经。咱爱好啊，而且咱今仔日下港来坐上即一位，是我哩无简单的根基。我是无共款的来历，所以讲坐伫即一位唔好放肆，爱珍惜，爱庄严呐。安尼，咱应该表现啥物款？咱家己就知影啊。假使讲咱若是无珍惜，还是甲伊化作是珍惜的了，自然无好习惯，是因为一届一届拢是安尼吗？啊，这有啥？句话吗？这也无啥话啊，无啥话就袂珍惜啦。若会珍惜的话，是甲伊当作是咧宝贝安尼。是宝的话吼，咱会好啊，莫去家己加意的这种的修吼，咱的态度会无同款的。过去一，吼、哦，这老师在讲三心术，在讲三心啊，现在开始用这个文字来给咱做一个表达。过去之心随见思，
伊个音乐叫 C S C 啊，伊用的是木质标，就是讲过去的心吼，唔通阁老啊，随风而逝吧，过去就过去了，唔通较讲拢讲过去啊，一个人较讲拢讲过去，代表吼袂去进步啊，啊，咱嘛知影讲啊老啊老啊。一个老人吼，就无生气啊呢，所以咱唔好表示咱老啊，咱唔好认咱老啊，咱唔好认老啊。骂这会当老，咱内心永远会当十八岁，咱敢知影？这不甲咱讲过的话啊，所以咱记爱记过的话啊，忘记人要甲咱催眠，催眠说你老了，你不行了，你没办法了，你走不动了，你不要再这样了。以前在用催眠去啊，拢不知影呢。咱的佛性，咱有啥物老的？内心内底的世界无，无迄个认老的啦。啊，若认老，就拢无生气啊。我发感受着讲吼，我高雄的纯洁啊，无伊拢无咧认老，真正无咧认老的啊。即下吼嘛是搁伫改六啊，所以无咧认老。就是吼，做呾袂做安尼尔，爱搁家己老啊，不要去散播老这一颗谣言，其实它是谣言。老师来你讲啊，肉体伊受限制，啊，不过内心的精神吼，伊是无改啦，你敢知？伊是看咱要安怎，就干安怎的。咱若想要幸福，就幸福；咱若想要认真，咱就认真。咱即摆应该吼，拢叫咱的孙啊，还是讲我要像伊安尼，很古锥，大家拢会改啦，无拢改家己吼安尼。搞得老气横秋，你敢知影老过了就是地。一个人老的人会较会破病，你看伊呐，拢袂啥会破病，你破病嘛是紧好。啊，到每个时阵都是安尼啦吼。每一个人即个肉体拢是无同款的因缘，不过内心内底想嘛会当同款，就是讲我永远都要觉得自己很年轻，安尼才有生机，才可以进步，才可以进步。啊，所以讲吼，过就过啊，嘛，较想吼，拢讲过去，因为讲迄根本拢是吼，未进步的话啦。啊，都是恩怨情仇，好嘛，互伊过去；，歹嘛，互伊过去；，顺嘛，互伊过去；，逆嘛，互伊过去。伊拢讲过去，去倒转来啊，唔好去留恋过去，哎，遐拢无作用的物件。啊，歹留恋过去，就是要安怎样诶？老师讲。过去吼，咱有一个意义，就是讲，互咱照伊即个照点，就是讲过去的这记忆就照伊讲，行草风江今日天，有咱过去的经验，只是开讲，在每一天一开始的路地，我拢爱去想过去安尼做唔对去，无爱去想过去安尼袂晓想，无爱去想过去安尼要想我清楚，无爱去想过去安怎安怎。吼，这种意思呢，啊，今仔日要行的脚步无，借着过去来提升家己，安尼尔。吼，安尼，所以今仔日开始这个面面最重要诶。说，即个讲未来，说叫天时，未来如何难确定。所以卖讲吼，我一看就知影，我想就知影，我安怎就知影无影。迄是咱家己咧替家己的，咱无遮尔老啊。因为咱要我爸爸吼，正后在上天的，天时世刻嘛伫里边的。啊人嘛无聊，人要我爸，人要我做，人伊安怎改变方式，像咱想的安尼啦。咱若在遮搞，咱早就先去先菩萨了。因咱想就知影，我聊就知影，我看就知影，无遮咧害咱家己的啊。拄只老师已经有讲过啊。看到咱家己的色性尔，无影是安尼啊。未来要安怎样，无啥我着通去评的啊。没有谁可以去测的。只有一个原则，就是讲未来的，该日的好是基心真。看咱今仔日安怎想，咱家己的心念上重要。咱去评论外口的物件，用求多把烦恼尽，还是讲？这其实是一个随顺自然的啊，一个人修持到尾啊，地位若咧开阔时阵吼，伊会慢慢进入一种最自然的环境。就是没有强求，一切
顺其自然。啊，不过吼，是对了的顺其自然哦，是做正确的，是有道的顺其自然。因为看会清楚因的，因为伊无要搁家己伫遐自找烦恼，因为免伫遐强求啊，一切拢是有伊因缘啦吼。相见未来未不可，富贵功名应当去。老师拢一针见血着去讲着咱的心地啊。咧想未来嘛袂要紧，啊，但是人较讲拢讲事业啦，较讲拢讲以后会安怎样啊？以后阮这囝、阮这孙、阮这也是我家己人去想这物件，功名富贵在人世间，用得好，有得好，迄是咱的重点，迄是咱的重点。所以较大个，卖讲吼，出水、合水、三五成群咧讲，拢是在物件，拢是功名，拢是富贵。真正个功名甲富贵是在天的，咱应该着重在这个地方才对。老师甲咱讲一个关键啦，以德为重，天地有。咱个每一个生命，每一个地是功名，每一个重点，甲德放伫第一位，安尼就对了。以德为重，天地有。善欲充满欢喜心，为啥物？因为善，它是咱的根啊，欢喜是枝叶嘛。咱拢知影讲，咱爱顾根啊，啊，若顾根是重要啊。啊，若一直伫这个凡事吼，最用心的其实是重我啦。重我的话吼，这枝叶都水的，但是是无根的啊，无根的这个冻袂水偌久啊。啊，咱若是有根的，咱只要甲根顾好就好啦，枝叶。根底之美，容之之，也是水呀，也是水。再谈的曲数上量，心无执着，空不空。因为知影过去咱着三心，啊，再落来咱搁着这个数上，啊，所以老师才甲咱讲，咱爱着曲这个数上，在内心内底唔通执着，虽然是空，啊，都不空。因为咧用，所以不空嘛。啊，用了后就记得进啊，所以来空嘛。所以是空不空的啦。这个话嘛，用得就是安尼。为数大动，早是逆定其心爱恭敬。那还有一点吼，以德为公的心，这公心呢，若要德吼，心是个公。啊，有德了，其心就会恭敬。有偏精神力，因地善果必自生。咱若会当持心恭敬，无私无偏，咱迄个因地内底善果，伊就会生发出来哦。一个做恭敬的人，伊的德行就做有诶。就是安，啊，到底要安怎老师来去分析吼？自我意识，自爱人出，怀心定。看有家己的存在啦，把自己放下吧，因为菩萨无我想的啦。如果以前是害人的，拄只老师都讲过啦，所以咱以后切切实实，把家己缩小。这是要有新的意见的，哪个意见也是会家己缩小的，会越来越放大，越来越放大哈。啊，所以爱怀心点，教每一个同，教每一个人吼，拢当作做重要，做重要。啊，把家己贬低到不行，贬低到都看不见。哎呀嘞，真得你时间无，我都该分享的，甚至内底每一句话拢有足深的含义。我尊必比人立上，高一对敌必折凶。什么？有的人吼，有一种劣根性的自我优越感，因为伊哪会相信家己，就去相信别人，因为感觉就是讲伊讲的上对，伊想的上对，伊看法上对。这种人，伊这种感觉做唔对，家己拢唔知，伊感觉家己做尊贵的，啊，别人拢做啥货？这种的我都服从，人家会离他很远吼，离得远远的，还去立上。啊，高一个对接也做唔得，较无好个就对啦，较无好个。即个伊社会来甲讲，咱看会出来，这种人就是骄傲，
他在道场上的话，就是讲吼，也无人和啊，得不到人和，也听不到真心话吼。老师讲，这个叫五常啊，这个五常爱除掉。因为修养高扬，修慢慢，业种子、种子皆不懂。咱若是讲救别人，无家己存在啊，更是安尼嘞，就是以别人为主啊嘛。啊，咱即马就是普度三者，咱的内心哪有别人了无家己？啊，那安尼就是天顺众生，别人伊要哪个顺利？咱若想讲你过弯哪对，要哪顺利？电力啊，你讲要顺利，嘿，伊电力哪会顺利？啊，这伊才有电的时间，慢慢咱才会当家己，家己吼安尼伊顺顺得意啦，伊那。顺利的，然后家己的存在，这个叫做救啦，是安尼。内底有真侪迹象，因为大家人的神经是真无同款的啦，不是咱拢爱像咱想的、像咱讲的，照咱安尼去做，也是安尼嘛，无法度，嘛无法度的啦吼。所以在日常内底爱看好清楚，天上天机无边定。上法度完美，这无上的法门内底就是无家己的存在，无理想的存在，无我上理想众生上受者上，安尼才会当真正救人呢？是无家己的吗？真正是救人哦，安尼救人。有孝无分父，将为天生异才表扬。每一个人拢为每一个人做教的所在，只要愿意教的所在就好啦。每一个人拢有每一个人的缺点，莫去看人的缺点，缺点咱就爱家己修家己改。咱无法度帮忙人修缺点嘛，无法度替人改缺点，家己修家己的缺点，家己改家己的缺点就好啊，莫烦恼别人甲遮尔济。每一个人拢会当安尼想说，家己做着大度，因为人就想要管别人，爱管家己。看着别人的小缺点，无看着家己的大毛病。这真正是一个吼，人甲人内底是是非的原因啦。啊，所以讲，嘛毋免甲人讲，大个人吼，拢有伊做老的所在，看遐啊，天生奇才必有用。我以上天赐福禄，这是讲受者上啊，修缘结水莫还定。唔通憨憨的祈求上天吼，互咱做一个福禄的啦，互咱食到饱外，互咱食到气怒还通。他都知影讲吼，其实食愈老愈艰苦的，对，自然就好啦。老师教我来讲啊，这老师讲的是我讲的哦。你是苦海怎灭落？恶习之下无乱用。老师讲的啊，你求遐侪要做啥？啥子的，就是苦海，哪有啥物？找着快乐的所在咧。你万讲一个人，伊在做讨厌大名，你困大遐上低所在。因为遐个伤心伤重啊，那就一个人讲我拢无爱水，我无水，我无水，啊，逐天拢换一罐酒啊，拢伫遐咧灌酒啊，拢我上讨厌酒水，我上无爱酒水，众生颠倒就是安尼，烦恼别人的身份，家己吼对着地较不要紧的，伊是安尼是对的呀，咱大家拢忙对咱个只对，啊，要互别人卖对，咱家己就爱先求起来啊。是安尼啊，所以有时拢想点你啊，咱拢唔知影。老师才有这个比如呢，唔爱家己做讨厌重的，啊，你困住就上重的所在，困住就上容易重的所在。咱在咧超凡的时，咱在咧在个天，对世间有啥物柔软的，搁叫师，搁叫师父啦，叫菩萨啦，使咱做侪好好的，使咱着食到偌济位，愈偌济位。住伫遮着上痛苦的，这是不得已的，对不对？这是讲为着得咧活的，为着三者普度咧好，为着要家己生活圆满咧活，无活伫这个世间，够有啥物好诶？真正是安尼吼，会晓想的人是安尼尔。老师妹啊，咱做一个足水的叫做安心立命的自在，家家己的心修持又好，好安乐啊，顺其自然。然后吼，上天自然有上天的灵，生死由天嘛。点是走就点是走，内心内底吼，拢无求的啦，拢自然的啊。迄种的，它是真正叫做自在啊。
若有求在咧无自在，我要来求看卖啊，就是安尼吼。啊，若是生死的代志吼，家己应该做的、应该吃、应该顾的、顾好就好啊。但是要走吼，拢顺其自然，莫搁伫遐想遮着。还是讲人讲吼，有偌济财产，偌济财产就唔甘走啊，拥有愈济愈甘走，我想要活愈久，就是安尼的吼。以游以还请把父母当天敬。这句话是老师的结束啦，所以讲在这句话内底，让我嘛去想着一个重点。讲话有什么想烦呐？这讲话蛮想烦，简单就好啦。老师讲话讲好，我真正这词嘛写了伤侪字啊吼，一个西门家己在甲你喜欢的。但是这个重点，父母就是做咱顶辈的一个路径，所以咱要来改起来。因为咱若甲父母离开了无，伫咱日常的生活内底，就较袂偏差去啊。偏差去，咱嘛较会回头。我听咱老师就是安尼讲的，老师是讲安尼，讲安尼，讲安尼。这老这内底拢有老师来咧做一个引导，真理的引导。啊，若是无规划吼，真正我甲咱讲一个事实，咱拢互咱的意念咧害。心理学吼，甲咱教安怎教安怎，所以人生了咱有很侪有诶原因，很侪吼复杂，很侪无规矩，有诶无其实拢是安尼筛选出来吼。哦，我不过到遮吼，我嘛是足烦诶啦吼，讲到遮尔侪话，超过五分钟足歹势。以后若有机会再停咱五分钟啦吼，即咱身体健康得方便来。大众集体。感谢讲师慈悲，学员到功分到功，我们再一次热烈谢谢我们讲师慈悲。好，我们现在吃饭时间啊，大家先坐下哈。啊，目前叫我尽量可以，当然对方可以点到啊，来来目前加登记啊，工作人员，我们先坐下，我们工作人员来帮我们发便当哈。啊，不要急哈！好众生做模范呀，咱这个好鬼神做模范。安尼唔得真正人讲道高人好福，德高鬼神轻，对不对？啊，咱呐人，你人咧看，人咧看，人咧看，无的你就看袂到啊。无的人中有鬼神咧看，好。所以咱今日为什么是方圣人叫人爱信道的功夫？圣徒的功夫，圣徒的功夫，唔是干阿我伫表面上。哦，我讲我的道理讲甲偌好，啊，我的安怎讲甲偌好？迄个道理好，何发生阿我伫讲哦？迄教授伫讲道理讲袂好，但是迄面额来吼，迄面额看阿讲道理，哦，足好讲。哦，对，我第二个爱一个啦，只是你个第一来，我才你要无讲大讲，下第八遍哦，你钱唔摕出来。哦，就是，所以就你才老讲，哦，啊，无恁即摆来讲有迄个迄什么电台讲安尼骗人赚钱钱，吼，对不对？所以咱今日道理当然好事，会当教化人之外吼，唔是讲道理好诶唔好啦，道理好诶会当教化人之外。但是呢，咱今日上最重要的，咱真正实践，它也是个做法，最重要的。哦，所以讲叫做呐修行嘛。所以唔是干呐，你要人做朋友，爱去学归心做模范。哦，安尼吼，希望咱注意今日啦吼，咱也在做。听佛法讲安尼，安尼大家拢会当来照安尼做。今日是要甲达百岁，要甲达百岁，咱已经成就达百菩萨啦。世尊过去讲，伊成就五百菩萨，诶，我们今天超过了哦。咱若大家真正将这句话记咧，咱是要不只是佛人做模范，嘛要佛鬼神做模范的会。那咧，咱大家。经书
刑事啦，不是刑事，不是抓在关了啦哦。刑事的，讲咱做代志，就是真实来发生。哦，啊，所以这个当中，咱搁加注爱呐，哦，何解？嘛是搁搁得呐，咱来呐，爱感恩，感恩。咱老先生还能够，咱如何感恩无？如何做人无？做人做得好，免得做坏。免得做菩萨，人都无资格啦，免得做菩萨菩萨。只是来讲的一句足简单的话，但是咱要做到会到，这嘛相当真正有困难啦吼。唔是讲无法做到啦吼，是讲大家互相用力，共同来努力。因为这款物件是咱真正爱，伫这个修行的过程，咱真正要去实践的工课。所以吼、哦。咱爱真正爱学习，学习呐，学习做人，哎，学习做人哦。啊，做人咱较早拢捌听过啦。做人讲人歹做，做人难做啊，做人难啊，安尼吼。啊个这难做人吼、哦，啊所以人歹做，人呐做会好，迄个就是圣，就是好菩萨，吼、哦。啊，所以希望讲咱各位同修善缘，咱真正会当依于这个当中，咱今日修学道的当中，咱真正落实修学道的这个标准，哦，安尼吼，这个标准，唔是讲啊，干来讲我落今日，哦，啊挂这个名，安尼，咱落实偌济，咱就是得偌济，所以尤其呢。现在这个社会，哦，灾劫频频，灾难足济。那么呢，这个灾劫、灾难这么济，目的就是呐，要警惕世间的众生。但是世间的众生无痴迷迷，不要人反应，不要反应。为阿个是，人讲何知何觉，哦，阿个有不知不觉。哦，啊，咱今日诸位真人大德，拢是先知先觉。那么，既然甲是先知先觉，咱必须爱以先觉者自己。但是听好哦，唔是叫你控制哦。以先觉者自己，先觉者自己人啊，啊，我今日若无来觉悟觉，下我有上，下我有上，接着就经验，接着经验。哦，啊，所以现在这个灾难这么大，敢那像火海啊，进行两三礼拜前有去山东，哦，啊，甲去福建，哦，啊，有碰到一挂这的朋友，哦，啊，火海才来讲做一个参考啦，吼、哦，提供我们做参考。我讲咱中国自古历史以来。哦，伏羲、神农、哦，黄帝、萧何、颛顼、帝喾、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历史以来，后人讲七千多年，后人讲八千多年，后人讲六千多年，不管几年拢好，但是呢，将来咱中国的文化唔捌展现世界，让大家看。那么因为我有跟你讲，咱大家拢讲二十一世纪是中国家的世纪，吼、哦，啊，何他以前是安尼想，这是何我家想的啦，吼、哦。拢想讲，咱讲二十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那安尼呢，可能要到2030年，差不多30年，才真正会当咱中国展现世界，吼、哦，诶，这个。这个道德文化会当互人看，互人发现，但是唔知影讲时代遮尔啊紧迫，时间遮尔啊紧，伫2008年，哦，咱中国举办这个奥运，自中国卖讲共产党，卖讲国民党，自共产党甲国民党，安尼即卖将近18年嘛吼。
一百年当中，咱中国将来唔捌将咱中国文化展现世界，所以伫这个抗战年奥运的开幕式，开幕式咱台电视拢有看吼，啊，开幕式将着咱中国孔子的思想甲文化展现伫这个开幕式，予世界所有的人拢知影。拢知影，尤其呢，将着孔子的思想文化，以及伊的四圣十天、七十二言、三千弟子、礼乐射御诸所欲界，展现伫迄个开幕式。其实，其实去讲起来，咱虽然世界有五个圣人，有无吼？世界有五个圣人嘛？有我的性命，咱中国人话，但是呢，真正展现伫世界这个运动会开幕式，互人看到的，互人感受到的，唯独现在咱中国空前，空前啦吼。所以阿伯将啊阿伯有将这个做的是呢耶稣的这个伊的迄个文化甲思想精神展现伫世界。嘛，无将着包含着的，伊的这思想甲文化甲精神，展现世界这奥运的开幕式，也无将着世尊伊的精神甲文化，哦，甲思想展现世界的这个奥运的开幕式，只有中国，所以这也会通应儒教复兴，所以伫三十年前。啊，我哈有去参加咱高老先生，哦，当时伫这个新加坡啊去开放，啊有一班叫做北洋盛会、北洋盛会，哦，三日的法会。那么这三日法会呢，啊，咱师尊献身，啊，这里囡仔辛苦，这里左囡仔，这里天才囡仔叫妙文，可能会大家会捌啦，吼，妙文。啊！上古天心这三日的当中，不只是批文知识以外，搁画这个南极仙翁，啊，一只麻花鹿夹这个花篮，吼、哦、啊！迄个一去北上去咱个看啦吼，迄阵啊，好拍，影片足济，拢翕相，啊，去用相纸翕的，迄阵啊，一张拢，几十年前一张拢千外块，千外块。好、哦，啊，所以迄张相片，迄张相片内底有一首诗，啊、哦，迄首诗就是写讲：孔明圣德万国片，儒教复兴伴当年。哦，安尼啦吼，孔明圣德万国片。那当时迄阵何克去参与这个北洋盛会，是在迄阵何克心内嘛真惊吓啊，伫国外。开业学班两三百个，吼、哦，啊，过迄阵呢，国外的这个叫做规模嘛足大，因为其他的宗教，咱咪讲什么教啦吼、哦，有其他的宗教，或用迄个宣传单啦，啊是迄个报纸页里遐做什么海报吼，哦，安尼吼，啊甲标联啦吼。去庙啦，啊是公众所在，拢去足济，写讲台湾一贯的西非复原，即摆来伫咱东南亚，伫新加坡骗财骗色，啊拢裸体礼拜，裸体听吼，就讲烫衫烫裤去拜啦吼，裸体礼拜，也讲着爱做四大升天，吼安尼啦吼，哦安尼规模有够严重，迄就对啦。哦，啊，所以迄个时候，我嘛咧想，啊，咱老前迄阵啊嘛，孔明圣德还袂兴盛个啦，还袂兴盛。但讲国外要以孔明圣德兴盛安尼个，啊，所以迄个时阵呢，师尊第一首诗写讲：孔明圣德万国片，儒教复兴大当年。那么当然，咱各位同修啦，吼、哦。会知影，会唔知啦，啊，会知会唔知，安怎会知会唔知？
因为伫咱中国早期传道，迄阵咧师尊在世传的道是圆游空明圣道，圣理真快。咱就是安尼哦，继续要在观大地，圆游空明圣道，圣理真快。啊，迄是甲伊尾啊，咱代表乱的时阵。啊，国里面为着避免买方出题，啊，所以国人个政策就无同，哦，伊就讲玉山宝光迄个原由，玉山宝光，啊，圣德啊，圣意真好，啊，像咱就讲原由发的大德，圣意真好，咱就华裔，哦，安尼啦吼，啊，啊，为着讲原由心里也做一心啊。啊，天上大道圣意真快，每一个做咩为着要避免牵连方出题，啊，所以就分工啊，什么哪会，什么哪会，啊，所以今仔日，咱这个孔明圣道是咱当时导师传道的时阵，就是伊讲的，咱这传的嘛是真正儒家的。圣意真快，所以叫孔孟圣道。哦，安尼啦吼。啊，这个孔孟圣道，迄个真我嘛在想，啊，孔孟圣道要把国骗到有可能？哦，哎，咱上午去参加这个做孝亲活动吼，感恩活动啊吼。啊，有登记的，八十个国家，吼、哦，啊，算的有真正。申请迄个所在合法的十五个国家，十五个就是讲申请合法来讲哦，就像讲咱迄个就泰国有申请一块的中国的，迄个就十五个国家，像菲律宾就不算啦，菲律宾也有申请，即马咱咧登记，吼、哦，啊是讲马来有申请一块的中国的，有申请一块的中国的，即马现在有十五个国家。在那个所在，虽然有这传道，有申请合法，但是无依恐无依依贯到总会名称，听好哦，有八十个呀，八十个，就是像咱马来，马来依贯到总会啊，啊，咱马来的是啥？咱马来叫孔孟宗道院，哦。哦，安尼啦，咱也是中道院，马来的马来，中道院因孔孟人何位啊？那所以咱就叫个孔孟，啊，所以咱就叫中道院。哦，啊，你想泰国有一贯道总会，啊，但是咱也是呐，孔孟中道院因泰国咱咋用，咱咋喝，人阿会喝位，阿恁唔使喝。哦，啊，所以因此有。在迄个地、迄个国家注册，无承认中国有注册，就是讲因国家承认的有八十个。但是呢，哦，那以后啊听啦吼，也、啊、是讲无注册八万，吼、哦，安尼吼，那安讲起来，联合国几个我唔知啦吼，联合国几个我唔知。相信讲走了一段路啊，吼！啊，所以人安尼真正孔明圣道万国骗，儒教复兴大光明，儒教复兴吼！所以即摆代表真正伫出现儒教的这个应运，啊，这个应运呢，就对咱开始，你能知影对咱开始？因为咱别水老人韩老先生，伊是一本《百孝经》，《百孝经》，《百孝经》是经过九年的时间，在十九个国家，先去在不同的国家培训，啊，所有伊的训文先拢传到台，恁爱从这训文回报台湾，这个叫做什么？光辉。给这个佛堂，啊，所以引动回佛堂，
啊，七十九年所有每一个生活在无同的国家、无同讲的道理、无同的文化，啊，从这百孝经安尼写伫迄个内底，啊，所以讲，前几年王冠，王冠呢，韩老前人大九啊，迄个是呢，这个陈大姑啦，韩老前人归功。陈大姑大九届百孝经写作为一本书，其实一本书吼，含佛法看到的头一一个头两个大，安怎？迄内底不只是父母恶了，不只是父母恶了，真正内底内容讲的物件，咱真正学问太浅，咱真正唔捌讲人家讲什么物件。嘿，若无解解说，我们不懂。真正咧，我唔是讲咱，我唔讲咱，何法家己感觉讲惭愧？咱家己看下咱轮廓。啊，那么因为呢，咱韩老前人，伊讲叔叔叔母是山东人，山东人，啊，所以只爱爱去倒转山东，所以因厝甲交代伊个后生韩万年。现在就是我们的一贯道荣誉理事长他交代韩万年把这那个孔孟要把他们把这百孝经扎去山东啊，山东他是去接受的济南寺的这个政府官员啊，济南寺的政府官员接到头啊很好到尾啊，就是说要引因遐要引爱有合法，啊，所以引用伊咧顶管迁徙，造成足大麻烦。所以迄个时阵呢，一度曾经就要放弃，但是咱台湾真侪前辈者跟斗合作，所以到尾啊，吼，甲向伊咧中央申请，因中央准了后，甲伊讲因咱遮个百姓兄弟。咱个繁体字，遐即摆伊遐来改简体字，无人看无，所以经过了韩老迄个韩老先生有囝同意讲，互伊改做简体字，这个、版权唔是咱个，就属于大陆个版权啦吼，互大陆就是山东省济南市个版权，吼、哦。啊，因为因无是人印，所以咱台湾赞助八万本、八万本，要对因自然开始培养读经开始，培养读经开始。哦，啊，所以因迄一日呢，啊，就安尼为着赶印，啊，甲印要扎偌济来，我唔知吼。啊，迄一日就讲因爱坐高铁，盼上百公斤的车。啊，所以伫迄个时阵，咱迄个做理事长都压头贵啊，较少一点吼，人敢倒官。啊，所以迄个时阵，都拢李建书拢老个啦，啊，可能啊，讲起来讲也算少个嘞，啊，我有老，我已经老啊，啊，李建书都时间，啊，你我想做你讲，房间你较少个，讲房间你老些，等因老来，人家倒官，哦，啊，无亲像样啦，吼。啊，所以在那个当中呢，咱今日就讲天道应运，儒家应运，时间到，时间到。所以今日是对百孝经开始，伊即方面推演学习。所以对这个山东济南，吼、哦，因为咱啊韩老先生伊感受讲，咱的这个大道呢，对老祖师哦，啊甲孙子孙母。就是对山东济南啊啊传来，这嘛是咱应该要报恩感恩的地方，哦，安尼啦吼，甚至以后可能咱嘛爱到赞助应金哦，应金啦吼，因为因遐无钱啊，哦，啊需要咱遮个赞助啊，啊嘛为着要推广，互人讲你来读经免钱，啊，所以因为安尼吼。可能后日会对读经开始，哦，啊，所以而且呢，佛学嘛，
吼，都伫遮甲咱报告遮个代志，啊，互咱大家了解。今仔日天道普渡，因缘已经到，吼，啊，咱嘛应该讲对遐来个对遐倒转去。咱卖讲老水还潮吼，咱即马讲袂使讲吼，咱大家讲无要紧，咱即马讲啦，珍珠倒转凉，珍珠倒转凉啊，珍珠凉有无？珠啊，两个起来是了，啊，规个对正门个珍珠会凉嘛，珍珠凉嘛，啊，拄顶悬放着，啊，伊要卷起对落去，对袂落去，所以咱即马要卷倒转去啦吼，啊，所以即马是天意啦吼。啊，尤其呢，啊，这甲恁做预报啦，吼、哦，做预报啦，九月二日因山东要推行健康世界华人、世界华人健康大典，健康大典啦，吼、哦，啊，因为去年这个好朋友孔明有讲暗杀的这话啦。十个啦，伊讲你开一票来教伊就好啦。出咧大个只拢因山东省迄个孔庙委员会开啦，甚至带伊去佚佗啦。因讲即摆吼，咱老婆奶奶已经挂念，但咱老拢知影有一个老婆奶奶有无？老姑奶奶，咱老祖孙得到了后，啊，孙孙会迄个做十六代祖孙会历史。啊，无迄落啊，做老十六代祖师，甲咱老祖师讲，你等于观音长大，啊，等于观音长大，等于伊个小妹嘛，落着节，哦，啊，观音长，所以咱有咧讲，道即道满千年，哦，老年交互即个做十二年交互咱国奶奶，啊，国奶奶观世音菩萨来转世，观世音菩萨来转世。所以伊呾带着观音庙，安尼就对啦。哦，啊，所以咱道场个文化，济公老师应该是负责三座普渡个大明师，带现观世音菩萨个右边，就是因为姑奶奶就是观世音菩萨个转世，所以伊将得十二年，将得十二年。啊，所以因为安尼个关系。所以南派高佛烧香佛号嘛，伫咱师尊的头前，啊，甚至咱的佛像的排列嘛，伫大殿，好，这真原因。啊，我听讲嘛，甲我讲啊，好，已经观音庙，阮才讲人一观到回来都会去观摩那个观音庙哦。现在景园整理的好漂亮哦，哦，甚至我讲最大的问题就是厕所，伊讲好。厕所吼、哦，跟你们台湾差不多，吼、哦，我无咱南京啊，大约许人数拢唔干净吼。我听房主咧讲，伊昨天去到一个家乡土的，无去哦，刚好就是土，哦，安尼吼，啊，所以我讲，最主要阮一贯到拢会来遮吼，看这间观音庙哦，啊，厕所你唔通无改进嘞，无改进，后日无人敢来嘞。伊讲哇，好、哦，厕所改进了偌好势嘞，我无去看就我唔知啦。多好势！哦，伊拉有机会，咱来看。不过伊有安尼讲啦吼，讲当时我是无按先讲，甲恁大家宣布啦。我是按先讲吼，啊，就我甲讲，你留二十个名遐花就好啦，二十个名额啦，吼安尼啦吼。啊，伊个九月几日啊，佫久嘞嘛吼。啊，所以你若有想要去的吼，有想要去，登记甲我讲吼，啊，甲我讲啦吼。啊，若巧合，我来赶紧甲讲。讲我只爱偌济人，哦，安尼看会当买，哦，就像即边的即、這个做奇峰如印的案情的即个表演，哦，第二个头啊，讲老些贵宾设备化啦，啊，我去啊做去咱的许啊做啊宝光剑的，啊，伫遐讲讲到尾啊，煞大家想侪买去啦，啊，想侪买去，我一寡票搁分互人，搁分无够啊。啊，分无够，无力气啦吼！我讲吼，你看咱头啊楼35个贵宾席位啦，甲咱楼35个啦，安尼啦，啊，伊讲无法度啦，35个无法度，所以甲咱楼13位贵宾席啦，哦，安尼啦吼，
啊，所以即阵讲，若有买，咱就用早点滴。啊，你甲恁各位点么子报告？啊，若无吼，哎，今日你点么子同意啊？啊，哦，啊，若无就是安怎？哎，报告给我的秘书门房吼，啊，点滴。哦，啊，若机会咱来买啦。不过咱天心寒，无寒我唔知啦吼。那足寒，咱可能买上起来，咱就肯去寒。所以上前排迄讲零下四十几度，我就甲你吓袂到。零下四十几度，我就唔敢去啊哩吼。啊，所以这款的情形呢，哦，咱希望讲啊，这嘛是咱以后未来应该，哦，应该来的是呢，弘扬咱师尊师母的这个，哎，这个心法。啊嘛是方便把咱过去孔圣人儒家的思想精神无文文化来甲发扬光大吼。啊，今日呢啊，好啊，大家给大家祝福啊，非常的恭喜啊，希望讲咱呢啊，经过这个江苏甲咱祖辈国的合力以外，咱应该转去爱搁加用心来来想啦啊。我才拄讲过，讲的无的确是伊的心的话啦，啊，因为心甲嘴袂当讲作标准的统一啦、意志啦。像我平时啊，我要讲的话，啊，心想的啊，嘴讲的煞无同哩，吼，毋是口是心的哦，听好咯，吼，是因为表达的能力袂符合，所以过去的祖父才来甲你讲，多不是言语。倒不在言文主义的、哦啊、所以祝咱大家道路方便，今年的道路要大家搁更加拍拼，更加努力，使我咱的道路、哦、每一个单位、每一个点文书、任何的这个单位道路，给咱更加方便。祝咱大家身体健康，啊，一切顺利，谢谢。大众支持。感谢全场慈悲全道鞠躬，躬道鞠躬，我们在热烈掌声谢谢我们全场的慈悲。闭班，先闭班。没听。第班，中华民国九十九年度青藏人才在教育班班员审，感谢无极盲目慈悲全道鞠躬，再鞠躬，三鞠躬，感谢全场慈悲鞠躬，感谢各位点完师慈悲鞠躬，感谢各位讲师慈悲鞠躬，昏道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感谢全场慈悲鞠躬。感谢各位领师慈悲鞠躬，感谢各位讲师慈悲鞠躬。好，来这边持戒，好，咱赶快来播起咱最好的圣经哈。
拳到一公，拳到一公。十架一起空，再一起空，三一起空，十架全一起空，十架可以有来收架可以有来十起空，昏到一起空，再一起空。